接到中國隊個出場嘅名單啊。不過我一睇咧，就可能會有啲擔心喎。喂，點解咧？因為中國隊咧用翻六號嘅王怡咧去做呢個自由防守球員。即係換言之，如果咧嗱，我哋見到個名單啊，正選咧就係何琦咧托球手，吳詠梅同賴亞文咧打快攻嘅對角，李艷同孫宇咧打大錘嘅對角，黃子玲咧就接應而傳啊。咁啊變成如果快攻嗰度有問題咧，就冇人換噶啦。即係如果以王怡因為去咗打自由防守球員啊嘛。好啦，咁美國隊方面嘅出場陣容咧，就睇一睇先。咁啊，托球手仍然二號嘅山特蘭啦。咁啊，至於咧，韋斯沙普呢個老將咧，打直面二傳啦。大錘方面有碧圖啊，乜同埋四號金拿，咦，唔用一號嘅威廉斯喎。係啊，一號威廉斯冇用啊。好啦，咁啊，我哋見過名單之後咧，亦都心中有數啦嚇。咁啊，見到兩隊已經準備咗咧，就係出場嘅陣容。咁就呢兩隊咧，就全部嘅球員喺曬度噶啦，啊！咁啊，講翻咧，就呢啲球員咧，根據大獎賽嘅規定咧，每一隊一定要保留咧九名啊，九個奧運嘅球員嘅。咁而家咧就唱咧雙方嘅國歌。就已經係奏完啦，已經跟住落嚟咧，就係奏美國嘅國歌噶啦。亦照唱國歌嘅時候咧，就立正嘅啫，肅立嘅啫，咁大家咧就呢啲禮貌唔同，所以咧就有不同嘅分別啦。咁亦都要交代翻咧，就喺國際嘅慣例嚟講咧，就呢個國歌咧，就係根據主客隊嘅先後次序嚟到去奏出嘅。咁咧今次嘅賽程編排咧，中國隊係主隊啊，嗰個名啊行先嘅，咁所以咧佢中國嘅國歌咧就係奏先嘅。好啦，咁啊執法嘅兩個裁判咧，第一位咧就嚟自土耳其嘅艾華，咁啊另一位咧就巴林嘅呢個。艾蘇巴，我哋譯佢咧就係蘇沙。嗱，咁啊主裁判咧即係第一裁判啊，咁而副裁判咧就係第二裁判嘅。咁啊白球嘅咧就係第一裁判，就坐上一個凳上面噶。咁啊呢個咧蘇巴咧就係第二裁判，第二裁判咧就企喺地下度噶。咁而兩個裁判嘅分工咧都好清楚噶。咁啊第一裁判咧就係統治成個比賽，個眼咧跟住個波去嘅。咁啊，而至於第二裁判咧，主要係睇個張網啊，睇有冇人電網同埋攔網嘅動作嚇。好啦，跟住球員喎，正選出場咯喎嚇。係啦。咁啊，托球手二號嘅咧，山特蘭啊。咁啊，呢位咧就係美日嘅混血兒嚇。咁啊，91年咧加入呢個美國隊嘅，佢都好受歡迎啊。係啊，韋斯沙夫三號咁啊，打快攻嘅，接應二傳又兜。呢個老將啦，金拿啦，九號嘅伊蓮娜，咁啊，舊年嘅大獎賽咧就喺上海嗰度咧得到最佳攻擊球員獎嘅，因為舊年美國係大獎賽嘅冠軍嚟嘅，總冠軍。啊，呢個13號碧圖啊，李斯基接導員，呢個教練嚟啦。係啦，咁以前我哋叫佢咧就係德拉斯博士啊。咁啊，中國隊啦，一號賴亞文，二
佢就話咧就打埋今年咧年底會退休啦，真定假咧？咁啊，禮拜二李二號咧就李艷，五號吳詠梅，七號星球手何琪，十號黃子玲。黃子玲喺呢個分呢個小場賽事打得好好啊！十一號孫悦亦都係咧全場掌聲最高嘅。咁啊，教練咧就係郎平。副教練咧就係陳中和啦。啊，中國隊每個隊員咧出場咧都好受歡迎噶。特別咧，即係中國女排咧，可以講其實女子排球比賽咧，就即係最重心嘅球隊啊。咁啊，全世界各地嘅球迷咧都希望睇到咧，就係話其中一個樣嘢，就係中國女排嘅表現咧，究竟係點樣？尤其是嚟到香港係更加添啦，係啊，一定要同聲同氣噶嘛，係嘛？比數咧就係零比零啦，啱第一局嘅比賽就開始。我見到咧黃之玲咧打個背飛，咦有啲誤會啊，同呢個賴亞文啊調翻過嚟呢一邊，好嘢，飛身救到就李艷嚟噶，何琪後排插上，睇點樣先？啊人高啊，呢個山達蘭咧，雖然係飛身救到，但係冇人埋去打第三下，比數就一比零啊，美國咧領前一分，開波就金蘭短距離開對方嘅死位。一二位中間出界咯，出界啊！呢球波啊，李艷一縮嘅時候咧，個波出界啊！轉發球零比一，嗱咁啊，現場咧坐滿咗咧就係3000個觀眾啊，咪應該咧直定3500添㗎，因為有啲咧就係啊工作人員都在場啊嘛。比數係一比一，暫時啱係比賽嘅開始初段，黃子玲正面嘅勾手，哇好飄啊呢個波！韋斯沙婆上得唔錯，山達蘭俾到碧圖。碧圖咧，佢就望住對方嚟到去殺波㗎。係啊，一路啊跳上嚟比較高度好啦跳上空間比較多啊，望住嚟打。何其呃到對方啦！伊蓮娜拍過嚟嘅時候咧慢咗啊，咁啊所以咧孫悦可以打個斜線，因為好似美國隊九號嘅伊蓮娜，大家留意慢動作啦，中間嗰度嗱已經俾佢呃咗，拍過嚟嘅時候個人咧打斜咗啊，所以攔唔到孫悦呢個波。一比一，快攻呢個長波。球網攔出嚟，要過網啦！金蘭已加咗暗力落去喎。孫悦望準個波，輕輕一扣，收咗個力度啊，唔敢用大力啊！碧圖，哇，好犀利啊！好犀利啊！佢呢個波咧嚇，一上嘅時候咧，個身係斜線打噶，所以咧啊啊吳詠梅咧追得埋嘅時候咧，俾佢打到斜線落去噶。咁啊，講翻咧美國隊十三號嘅碧圖咧，身高係6尺噶，咁啊比起咧孫悦咧仲要高。呢個波係捉手出界㗎啦，好明顯啊！波係啊挑起咗㗎。孫悦一比一，咁佢嘅開波咧要小心啲先得啦。冇錯，好小心，但係冇乜飄忽性。山達蘭搞個快波，哎呀，有人捉手出界。咁啊，見到中國隊嘅五號吳詠梅咧話自己冇掂個波，咁但係咧裁判睇得好清楚啦，話吳詠梅係捉手出界，仍然係一比一第一局。雙方咧爭奪香港呢一站嘅第二名啦！嗱，呢一波明明好正啊，一見到佢拍埋嚟手咧，空位嗰度啊，輕輕一陰陰落去啊！好啦，嗱呢個咧就中國隊攞分位嚟噶。何其如果個波開得到咧，威脅力好大，咁而前排都好強噶。第一傳上到網喎，金娜捉手，賴亞文左手輕輕頂翻高個波喺長區裏邊後撲追過嚟，又係美國隊咧嘅伊蓮娜走得慢啊，九號。咁俾黃之玲咧喺二號位咧可以，所以中間拍個位置嘅時候咧好緊要㗎，因為你一慢嘅時候咧，佢有位置去打㗎啦。比數咧就係2比1，正面嘅勾手，山達蘭望一望中國隊嗰個動作，先至決定升後方。難得好靚啊！即係雖然山達蘭咧已經好固華，望一望咧就係吳詠梅咧同埋李艷嘅企位先決定後撲。咁啊，但係呢個波咧就俾李艷啊捉到路啊，3比1。中國隊咧就領前兩分，開前排快波，再嚟叉燒，哎呀，湯肚啊！咁啊，講翻呢個九號嘅伊蓮娜咧，其實經驗係相當豐富嘅，去過日本同埋意大利啊、巴西咧打呢個職業嘅女子排球聯賽噶。碧圖救起咗個波啊，好嘢啊！美國隊好硬啊，呢幾球攔到，咦，大家打得好精彩喎！過嚟中間嘅斯哥迪，斯哥迪身形好高啊，1米88啊，
喂，美國女排之中咧，高嘅呢個波真係啊，大意啦！應該呢波輕輕放過去啊，點解知佢又冇準備啊？佢寧願咧就猜過去仲好。嗱，睇下慢動作，佢又唔係殺，因為失咗位啦已經佢啊。3-1，哎呀，開波斷網。咁啊，第一裁判嗰隻左手通常咧就掂住張球網嘅，所以有時個波輕輕掂到張網咧，佢係感覺到嘅。OK， 一個後托賴阿文，太高俾咗攔到，山大蘭嗱嗱聲走過嚟，哎，捉球出界咯。其實頭先個波咧，美國隊個進攻咧比較窄嘅，但係個時間咧攞得好好，2-3，好快啊！攔文呢個波咧嚇，輕輕一撥過去個空位度啊。其實如果以快攻球嚟講咧，中國隊咧賴阿文同埋吳明梅咧嗰種嘅扣殺方式快攻嘅，都係屬於咧係以快就寧願咧就唔要力嘅。斯哥迪過嚟，2.5。呢個斯哥迪咧好嘢㗎，籃球又叻，排球又叻。佢打大學嘅時候咧，攞個全美大學啊呢個大西組啊籃球嘅冠軍同埋排球嘅冠軍嘅。個身材好高啊！係啊，所以佢好健碩。比數咧就係3-2啊！啊，見到啲擁躉咧帶埋啲橫額，咁啊嚟嚟中國女排咧就係啊打氣嘅。韋斯三號上網唔錯啊！哎呀，好嘢！嗱，係咪啊？頭先我成日都讚呢個10號嘅斯國迪。佢呢個波咧跳上去咧嚇，一轉身轉手腕打嘅，睇住你手嚟打嘅。同埋咧，我估呢個美國隊咧，將來呢個10號嘅斯國迪咧，成就一定咧好高啊！實際佢係有能力去打大錘嘅。係啊，佢嘅聲線好好噶。不過咧，而家美國隊咧就由於大錘有人打，有碧圖啦、楊詩啦。同埋金蘭，所以拱咗10號嘅斯國迪去打呢個快攻嘅啫。碧圖大車先嗱，仲有大家如果一陣睇到慢鏡咧，或者係啲小動作咧，美國隊個下手咧，同中國隊嘅下手握手法係唔同嘅喎。佢哋係用交叉手，啲手指係互扣嘅下手打法嘅喎。咁啊，中國隊咧就平排嘅下手嘅握法嘅，唔同㗎兩個人。大射線，孫悦救起，嗱嗱聲退後，舉翻個長波俾孫悦，六隻手攔佢，哎呀，逼住佢避線。嗱，呢個波咧，9號嘅伊蓮啊，電網嘅美國隊，但網有少少喐噶，個網喐嘅。俾翻孫悦，呢個波打得好靚啊，孫悦。孫悦咧，即係如果對方係兩個人嚟攔佢咧，佢好多時都唔驚。嗱，大家睇下佢啦。佢一路打咧，根本其實望住對方嘅手賴邊。因為好多時咧，中間嘅伊魯丹啊，佢打波嘅時候咧，拍埋佢比較慢啊，所以咧比較空位去打嘅。好靚啊！頭先啱美國隊打一個戰術，就係一個錯位攻擊加中間一個夾塞戰術啊。咁啊，9號嘅伊蓮娜咧由前面走去後邊做個錯位掩護，個13號嘅呢個碧圖咧走埋嚟中間打個2.5。哦，啱啱讚完碧圖就開波出界。3-3，何其嗱唔覺唔覺已經6個位輪咗咯喎，頭先何其咪開波嘅嚇，咁啊呢個輪戰緊呢分嘅喎，哎呀，所以有時咧排球好睇嘅時間咧，大家就唔覺嗰個球賽去得咁快，一人一球一人一球啊嘛，比數仍然都係3-3，咁開波呢個咧就係伊蓮娜，咁其實亦都有咧係人叫佢做奧丹嘅，但由於美國都有2個奧丹啊，咁所以用伊蓮娜咧叫佢就好啲，嗱係咪啦？中國隊咧李艷呢個4號位嘅扣殺咧就冇孫悦咧表現得咁穩定啊！喺香港呢一集係啊，佢打波嘅時候速度比較慢啊！嗱，仲有大家留意嘅嗱，殺完波之後實係踎低嘅，慢鏡睇唔到李艷，頭先係踎低咗嘅，睇翻比賽啦。嗱，一文想話下手鬥，佢哋攤埋啊！呀，山達蘭補到位，搏一搏腳，起身救到，哎呀，4下過網為例啦。我見嗰個比數咧就係5-3，美國係領前2分嘅。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再睇第一局嘅賽事。我哋新醫館欣賞呢一場嘅賽事係大獎賽嘅香港站亞軍爭奪戰，由中國咧對美國嘅。目前嚟講咧，中國係以3-7咧落後緊4分。呢個時間咧就係中國隊叫暫停，你叫佢暫停啦。咁咧就係暫停嚟講咧，只係得一次，呢次用咗以後就冇噶啦。23號人嘅話，不要伸手嘅嘛。現在乒乓球好規矩啦，你結果沒踩犯，反正你送我嘢。我聽聽咧，羅明教練咧講啲乜嘢？
佢就話咧，就係即係要自己發揮，你又自己發揮點樣去到籃網咧？咁樣一樣嘢，就話咧最緊要今日嚟講啊，中國咧未辦法咧，冇辦法壓止到美國隊嘅進攻，就完全籃網方面做得唔好啊。同埋郎平咧提到話，中國隊要注意二號位同三號位拍埋籃網嘅時間啊，嗰度。好，咁賴亞文咧打翻個快攻，攞翻個罰球權先。而家咧就係3-7，落四分。李業嘅發球乜即係輸住喺前面就睇下慢鏡啦，好快啊！呢個波配合得係一個咧前邊嘅快攻嚟噶。李業嘅發球第一傳唔錯，好嘢！但仲有一樣嘢大家留意咧，就係、是、二號嘅新特蘭咧，大家話佢又係日本裔啊，即、就、係、是、日本誒裔係美國籍啊，咁但係咧佢嘅星球嚟講咧係好好嘅。係啊，佢身材都好啊，高度夠。好啊，賴網起翻。開網球殺阿湯土離網遠得滯，8-3。金娜繼續發球，第一傳唔錯，好波！而家咧靠啲老將去打陰功。係啊，佢應該係打多啲啊，快啲個波咧去牽制佢啊，因為對方嘅籃網都唔錯啊。係啊，哎呀，哎呀，好可惜啊！黃子玲嘅發球出界。8-3，斯格迪，哎，好在近中周切啊！一人一球，來而不往非禮也，一人一球啊！咁啊，賴亞文唔好啦，攞分啦，唔好送啦，破壞第一傳，後排交殺，攻到，唉，好嘢！打得醒啦，所以我好中意咧，就嗰個美國隊10號嘅斯格迪啦，跟住佢力量好夠噶，而家佢呢個波打得醒啊！佢係打個手，蓄意打個手出去嘅。同埋咧，停空好喎，喺上面停喺度啊，睇到你個手就打你。佢都係咧，孫悦咧穩陣啲，一有孫悦咧起手咧都好啲嘅。阿信啊，過嚟啊，孫悦開波，唔夠位，打嚟機會啦。李業攻到，但出界，好嘅。4-8，最快分先。呢啲啊，中國隊嘅擁躉啊，擁躉就唔少噶啦。孫悦繼續發球，喺第一傳傳得靚啊！起翻，吳榮梅攞補，李炎扣殺起翻，機會啊！中國隊應該機會嚟啦，出界啊！啊，攞太邊啊！呢個波啊，拖得好靚噶啦，冇辦法啦呢個波。頭先我喺現場睇到咧，美國隊九號嘅伊蓮娜咧，又係跌網手爭，但係裁判又係跟咗個波去隻眼，睇唔到。其實好多咧，應該係個副裁判咧，應該要睇翻個網啊，同埋條線啊。有時真係好難講，即係佢又唔係偏幫嘅，而係真係有時睇唔到。即係心有餘而力不足。哎，唔過網，唔過網，係啦，四次，唉，呢下咧係好明顯唔過網啊！呢個手勢仲係第一裁判打先嘅喎，係啊，唔係第二裁判打喎，係啊，5-8，咪落後三分啫。何其花球都算破壞第一傳啦，升翻起直線，穿越起到何其後托，黃子玲靚波，靚波啊，6-8，好，慢慢追上嚟。7-8，美國隊叫唔叫暫停咧？如果係最多分就何其繼續發球，快波！哎呀，拉網啊！呢個波嚇，吳榮梅已經係上去封噶啦，個波拉網冇。8-6，美國隊嘅發球，9號伊蓮娜第一傳唔錯。李炎係啦，有信心啲，唉，打翻起個信心啦，李炎啦呢波咧，嗱打去實落比較好啲啊，係啦，所以好多時喺波仔都有得唱啊，用善善就用力量啊嘛，係嘛，咁樣真係有得打，好，開幕嘅實勢一放起到，好嘢，俾翻佢啊死啦，呢個波瞓咗喺度啊佢，瞓喺度你點俾翻佢啫，封一球啦，封唔到啦，呢個波真係唔會啦。啊！呢樣嘢我要坦白我嘅，明知道佢瞓喺度攞個波，你仲俾翻個波佢？黃子玲嚟嘅嗰個，變咗佢起唔切啊！係啦，喺個地下。唉，
中間呢個咧間一陣啊，阿賴亞文啊掩開咗俾佢打啊，佢有掩難咧嗱，掩開咗啦，而家先呢個拍埋佢啊，拍唔切啊嘛，係啊，奧丹想拍埋佢，拍唔切啊嘛，伊蓮娜奧丹6-8，而家第一傳唔錯喎，好嘢。咁啊，斯葛迪咧亦都係打翻個背飛。同埋斯葛迪咧，佢嗰個背飛咧個幅度好闊，即係佢夠力啊嘛，個人啊，掹得開啊可以。攬翻起，哎呀，升得靚啊呢個波！誒，未死，未死，未死，過啦，過啦，係第三下啦，美國隊機會，後托。封翻，封翻，要翻，要翻，升翻後面。黃之玲封到，仲有，仲有，係機會，機會，機會，細力嘅啫。哎呀，始終身材高咧著數啊，企喺度原地跳都咁高啊。佢唔係跳，佢摁下摁下啫嘛，跳啫。你睇嗱，你睇嗱，佢摁下摁下啫嘛，邊係跳啫，唔係跳噶，冇助跑噶，喺個原地摁下摁下啫嘛。好嘢，好嘢，黃之玲啊，黃之玲有腦啊！一見兩個人埋嚟拍，冇辦法咪逼得輕火啊，放過手啊！6-9，黃之玲嘅發球，破壞唔到第一傳啦，冇辦法，神聖鬼手軟。呢個波嘅時間唔啱啊，高咗少少，太快跳啦！佢落嚟波又落嚟，用唔到力，所以個波就冇力落去。7-9，同埋佢呢個波咧，想話陰到好貼網啊，所以就反而衰咗啊！冰硬掩著，哎，咁樣過分有分。好嘢，好嘢！你要起翻佢，穿住挨實。搏呢邊唔驚，搏呢邊金南唔係咁好啦。係啦，金南唔係咁好啦，唔驚。所以我話唔驚佢，即係三四年前咧我就好驚佢，而家唔驚啦，個威力冇咗啦。好，8-9，黃之玲嘅發球，第一傳到位。哎呀，到位慘啊！係好嘢，好翻，係學旗後檔，賴亞文，哎呀！手爭起翻個波，開網球曬，哎呀，金娜唔驚你啦！以前咧，4年前嘅後排夠曬啦，金娜咧就彈彈聲嘅，而家咧英雄英姿全無啊！啊，冇辦法，9-9，細好啊，細好啊，哎，好嘢，好嘢，賴亞文，賴亞文好正，佢 hold 咗好耐㗎，好正係好，10-9追過佢啦，後來追上。好啦，咁我哋先去個廣告，翻嚟再欣賞呢場精彩嘅賽事。啊，現場直播啊，咁啊，中國對美國嘅第一局啊，咁啊，中國隊而家嘅分數咧就係10-13，就係落後咧就3分。咁啊，其實較早前咧，中國隊曾經領先就係10-9咧，就係做呢個技術暫停嘅。咁啊，估唔到咧，俾對方係連攞咧就係4分啊。好啦，咁啊，睇翻比賽啦。咁啊，中國隊咧冇換人嘅，咁啊仍然都係嗰6個。咁啊，孫悦咧就係開波。托球手山特蘭，哎呀，呢、這個籃網籃得靚啊！時間啱啱好啊，11-13。咁美國隊方面咧就換入咗一個咧就6號嘅球員啊，就加連啊，咁代替咗咧10號嘅斯葛迪。哎呀，太過埋網啊！咁樣後托好嘢，追過嚟打，咁呢下已經落地先噶啦。咁啊呢下咧裁判又吹得好準確，個動作好似救得起，其實個波已經掂到地板先嘅。11-13，孫悦上網唔錯，一個背飛，哎，好球，好球！哇，呢一波比較幅度大啊，拉得出嘅時候咧，呢波咧引開攔網咧，打落去咧，啱啱中間後排嗰個位置度啊。咁啊，大家慢鏡見到咧，嗱，壁球喺後邊，以為個波出界又唔攞啊，所以咧就就咁樣瞓落就算嘅。13-11，11-13啊，中國隊落後2分。好啦，咁啊，而家見到美國隊咧，就將呢個正選嘅快攻球員 Middle Blocker 中間攔網嘅10號斯葛迪咧，就換翻入嚟嘅。啊，出場比賽啊，13-11，美國領前2分。何其雙快遊動戰術，李炎唔得唔得，呢個打得好曳啊！佢打完之後，第一擊球點矮，第二信心唔夠啊佢啊，打完仲跪咗喺度。應該嚟講咧，李炎應該要換出嚟嘅，好威脅啊！14-11啦，好啦，咁結果就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美國隊攞埋呢分，咁啊以15-11啊，咁啊贏咗第一局嘅。咁我哋稍微休息一陣咧，咁翻嚟同大家咧就係分析一下，同埋睇下第二局比賽嘅過程啊，等陣見。
咁歡迎各位咧翻到嚟咧就新醫館呢度欣賞呢一場嘅賽事，而家咧第二啱啱咧就開始噶。咁第一個嚟講咧，著藍色衫嘅中國隊咧就係、以11-15咧就係、輸咗。依家第二局嘅賽事1-0，你要繼續話叉燒。哎呀，未出界仲有，夠到啊，夠到啊，夠到，仲有未死啊？攞翻過嚟，俾翻，後期俾翻。哎呀，封死啦！孫二靠曬俾對方啦，封住。呢球波咧，十號嘅斯洛迪咧移咗過嚟咧，二位難忘噶，即係已經有備而戰噶啦。有備而戰噶啦，0-1落後，快波，起翻起。係啦，唔係好多時咧，中國隊第一傳傳得唔好啊，用唔到呢啲咁嘅快波啊，成個出嚟。因為快波嚟講咧，對美國隊咧威脅性大啲嘅。佢難忘難啲嘛，哎呀，第二球啦頭先第一局都開失過噶啦，黃子玲真係好，仍然係1-0前緊中國隊，咁啊美國隊嘅發球，靚靚靚靚靚，好啱啱打咗咧就係伊蓮娜嘅手邊啊，伊蓮娜嘅左手邊啊出咗界噶，中國隊攞翻發球權1-0，賴亞文嘅發球，嗱賴亞文嘅發球咧，你好多時睇佢咧冇乜威脅，如果有時個波打得正嘅話咧，曲度都好緊要，好飄嘅佢啲波，係好飄咩飄啦，好緊要嚇。我見到個波咧定嘅時候咧，一定好飄啊！呢個波唔係好大力嘅啫，撥過嚟都有空中時間嘅。咁啊，黃子玲咧就慢咗一步啊，0-1，你個隊嘅發球，唔錯。靚啊！呢個波第一傳咧就吳詠梅咧就可以打到啲快攻波出嚟啊，前面快攻同埋後飛快攻都可以打到出嚟，1-0。1-0，大家咧爭持咗好耐噶啦，輸住個發球。睇下呢個波快波打得好靚。哎呀！發球嗰度咧，真係要中國隊要拿分緊啲啊！係啊，雖然係要搏噶啦，不過咧一定要發球佢先可以拎到分啊！就係你搏都唔係搏得太盡啦，係嘛？好，機會仲有，仲有，仲有，仲有。李賢，哎，嗱，李賢一定要打翻有信心一啲。上一局波尾段啊，就係因為冇信心，幾球波俾對方啊砸死咗。佢呢波一定要落手打啊！唔好貼啊！何其嘅發球，靚波！哎呀，第一傳都傳得好喎！仲有，仲有，仲有機會。好啊！打落去。波冇夠曬斜線，金拿起到，俾翻金拿。唔係後排好嘢，逼圖墊網，中國隊墊網。呢球波咧，睇實，其實我睇落去咧就應該冇電網嘅嚇。呢個咧即係斷估嘅，我發覺好多時咧第一局裏邊有兩下電網嘅又冇事。呢個土耳其嘅檢察，好何其搏翻佢，冇理佢。好嘢，李炎有信心啊，出手打啦。起翻孫悦，何其好嘢有啦啩，哎呀保位保到啊，俾逼圖。金拿唔敢大力打啦，再嚟再嚟李炎，後面有人，賴亞文補翻好嘢，後托黃之玲掹一掹網，哎呀好硬喎，今日點解美國隊咁硬啊？嘿，金拿轉身跑起翻，李炎捉手出界好嘢，打呢幾球波咧，李炎有信心打啊，所以我話咧就真係第一局。後半段嘅時候咧，李炎咧冇曬信心啊！打都打唔到。我明佢講咗啊，你總之打得㗎啦。一定要打啦，唔打冇反而衰啦。要唔要發球？又唔錯啊！好到好嘢，何其補翻，使曬力，劏到啊未住機會。金拿，跟住起翻，李炎，哎呀，冇啊冇啊冇啊！呢個波冇啊，唔過冇啊。呢個波唔夠，攞得太邊啦！佢位啊，第一邊第二個波唔夠長啊，佢要撲上去打，撲上去打個波唔夠高，所以打咗落網度。咦？話喺0-1拉鋸咗好耐噶咯喎！第一傳咧，快波起翻，咦？哎呀！呢個波好彩冇俾後移啫嚇，冇俾後移，俾後移先啦。黃子玲咧就跣腳，啱啱跣低咗。啊！咁啊，1-1，好嘢！哎呀，最緊要有信心啊，李炎。
你打波有信心就爭好遠。李艷同孫悦又唔同，李艷咧就比較限制喺四號位，一係打長平拉，一係高波。孫悦咧就有埋嚟追埋中間打三點五個下波啊。孫悦有一個新嘅戰術咧，就係同李艷有個唔同嘅。出界，依連啊打波出界，二比一，中國隊又領先一分。大家睇得咧，前邊咧嘅籃網係唔錯噶。係啊，孫悦同埋賴亞文啊，黃之玲啊，籃網都好好噶。係啦，李艷繼續快球。哎呀，第一傳好靚啊！今日美國啲第一傳，細細力放有啊，好嘢！李艷飛翻過去，再放翻佢，冇咧，冇咧，搶得太盡啦，個波冇咧，三比一。嗱，呢個波讚一讚咧，讚李艷啊，飛身埋去咧，喺開完波一號位咧。去到差不多三號位咧，將個波咧救翻起佢嘅，三比一，第一傳唔錯，上到位一撥好分，救得靚啊！何其黃子玲升翻孫悦，捉手起翻佢，對方揾翻嚟後托出界，出界，出界，十號嘅施格力出界，出界之後咧四比一啦。好，李艷發球咧都可以攞三分啦喎，好，繼續李艷發球。好破壞第一傳，升高佢。逼球，哎呀，爭少少啊！呢個波打得好，冇辦法，打得靚冇得講。即係輸呢啲波咧，輸得好順嘅，因為對方係打得靚，係嘛？手頂打過嚟冇辦法啊！一比四，你個隊落三分，不夠。第一傳，哎呀死啦！係死啦！第一傳唔好啊，過網啊，情願唔到位好過過網啊！二比四。孫悦，好嘢！孫悦起手咧就信心大啲嘅，孫悦起手咧唔會話咁乜嘢，係啊，動作比較順啊。四比二，黃之玲嘅發球，第一傳真係好靚喎，後排救神，出界，出界，五比二，好啦，咁啊五比二咧，中國領前三分，咁呢個咧係代表一個技術性嘅暫停。我哋先去去廣告，翻嚟再欣賞呢場精彩嘅賽事。繼續為大家現場直播咧，就中國對美國呢場比賽啊。咁啊，暫時咧第二局咧，中國隊係以六比三咧領先三分㗎。咁啊，啱啱美國隊咧攞翻個發球權。咁啊，第一局嚟講咧，美國以15-11係先贏嘅。咁啊，局數係領先緊1-0啊。咁啊，呢段時間打得相當之緊湊喎。咁啊，雙方咧都冇乜作出大嘅換人㗎。哇！啱啱咧五號嘅吳詠梅啊，見到咧個波輕輕咧就一放放落去。啊！中國隊咧換出一個自由防守球員出嚟啊，黃怡啊喺後排咧起波噶。孫悦起到好後，哎，呢次呢個第二裁判威水喎，俾佢威翻次喎，吹到對方越位喎。嗱，呢一波吹得啱噶，佢嘅正確係啱啱過咗去噶。咁啊，呢個第二裁判咧吹咗幾球之後，吹到個越位，但問題就咁嗱，我就唔知呢個越位佢吹得啱唔啱啊？佢解釋啱，我見佢只腳咧就話前後排越位，係啊，後排球員咧只腳踏得前，佢頭先嘅動作就話只腳踏前咗，啊，一踏前咗前後越位，又唔係左右越位。但問題而家咧，我哋見到美國隊嘅教練德拉斯話俾佢聽，佢兩個根本就冇出現前後排越位呢個情況。誒，仲有嗱，如果個球證識做咧，可以俾個黃牌俾德拉斯嘅。你冇權同佢講嘢嘅，仲咁多蜘蛛，但問題講得，我仲有問題咧。其實咧，佢喺呢度咧，因為佢哋根本就唔係前後排嘅關係啊，係左右關係啊。再係咁，德拉斯再係咁，但係呢個球證好好相遇啊，已經好容忍佢。但係咁啊，派出嚟嘅，我覺得第一裁判咧知道第二裁判又嗨嘢，所以就唔俾黃牌。同佢咩咩翻？好啦，我哋睇翻個比賽啦。好啦，咁啊，比數就六比三啊，捉到手，山特蘭托一個後排進攻，黃怡救起個波，黃子玲咧追到埋去睇到定，吳詠梅過網先，睇個籃網做得好唔好，快攻，雙快遊動戰術，哎呀，呢個波升咗過對面個長區啊，何其升得唔好啊，金娜掕到手，哎呀，彈得高嗰頭，咁啊，黃怡跳到盡咧，都係冇辦法頂個波，不如唔頂啦，轉發球。三比六，開波咧九號嘅伊蓮娜，咁伊蓮娜咧就而家喺強攻方面，即係中間咧就弱咗噶啦。呢個波咧一個後旋嚟噶，冇乜作用。快波，打到落去山達蘭嘅手嗰度啊！
啱啱美國嘅托球手個位置。個山達蘭呢個波咧，如果佢唔褪緊後咧，起到個波啊。係啊。佢人褪緊後，所以佢勢冇咗，所以起唔到。個重心咧向咗前邊啊。哎呀，中國隊嘅攞分位嚟㗎！中國隊有兩個攞分位，第一個咧就是何其開波，第二個咧就是李炎開波嘅時候咧，都係中國隊嘅攞分位嚟嘅。韋斯沙夫追住王怡離開，李炎長波捉到手，捉手，你驚佢唔追捉手？我驚佢唔吹啊，大佬！我真係幾驚佢唔吹，呢兩個真係斷股㗎咋？唉，冇乜痛苦啊，有斷股啊！即係你話嗰兩個裁判係嘛？係啊，係好靚啊！七比三啊，直接得分。咁啊，中國隊咧就領前係四分嘅。嗱呢個時間咧，中國隊無疑咧就係話打得好啊，但亦都有一樣嘢，就美國隊個一傳咧係曳咗嘅，係冇咁好。嗱呢個波亦都係唔到位㗎嚇，金蘭出界，出界。今日啦，金娜，我都話四年前咧，我就驚嘅，起身手都有噶，四年後就冇噶啦。咁啊，而家由於個比數咧，就係中國隊領前到8-3啊，咁所以美國隊咧就叫咗咧一次自由暫停嗰個機會，即係話跟住落嚟佢冇得機會叫暫停噶啦。係啊。嗱呢段時間啊，錦慈，咁啊，你覺得中國隊能夠追咁多分，點解？嗱，佢而家呢段時間咧，大家咧。個信心起有翻啊！阿李炎打啲波咧，打出個信心出嚟啊！我聽聽佢講咩先啊！哦，咁啊，我隱約見到佢咧，就阿郎平話咧，而家呢個陣勢咧，大家可以將個波咧攞得直啲啊，即係殺波嘅時候，咁變咗就算對方攔到咧，都會咧捉到對方嘅手落對方嘅長區。因為佢都講得啱嘅，呢段時間美國咧唔敢咧就係新嘅手過嚟攔網攔得咁緊要啊！破壞到一傳啊，8-3，哇！呢個斯哥迪好犀利啊，好大力，李炎，哎呀，轉直線，真係打直啲啊！唉，同埋佢嗰個手腕啊落重咗啊，個波扯得好行啊，9-3，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李炎打起信心翻嚟，係咪啊？佢肯起手。佢第一局嘅後半段就唔肯起手，所以就打到咩？咁啊，比數咧而家就係10-3啊，係第二次嘅技術暫停。咁我哋咧就休息一陣，翻嚟再睇呢個比賽。不過咧，由於係太緊湊啦，我哋再睇一睇佢究竟嗰個教練啊，郎平有咩戰術嘅指示先。咁我而家呢度咧，我睇一睇佢咧，就係呢度咧第二局開始之後咧，中國隊咧最緊要一個關鍵性就係咧，成隊波好似瞓醒咗咁樣。大家個士氣出嚟，士氣啊，同埋有啲默契啊，大家出聲啊，一路士氣出聲啊，大家打上嚟咧，關鍵就喺呢度啊。咁啊，所以打波嘅嘢就越打嘅心就越紅啊。嗰個對手咧反而咧就怯嘅。如果你咧哇空神落手，好有信心去打咧，佢對手反而驚緊你嘅。同埋仲有一樣咧，就美國隊咧就喺大錘嗰個位置方面啊，就冇俄羅斯咁強啊。咁啊變咗特別嚟到第二局啦，金蘭殺得。冇咁好啦，係嘛？冇93年嘅時候，世界第一扣球手嗰陣時嗰個威風啦。第二嗰個13號嘅壁圖咧，亦都唔能夠咧，就係話好有信心。嗱，而家美國隊需要換出咧15號嘅楊斯，咁啊出嚟代替4號嘅金拿咧打呢一個大錘嘅位置。咁啊睇下呢個調動咧就會唔會成功啦？咁一比數咧仍然都係10-3，咁啊中國隊係領前7分嘅，同第一局爭好遠啊！冇事㗎呢個波啊！冇事㗎，大車先。咪壁圖救起一個後托，俾到斯葛迪，哎有人跌網，嗱呢次都賴阿文跌網，第二裁判就吹唔到啦，不嬲都吹唔到，咪又唔吹咯，如果吹到咧就係口珠莫比啦嘛，係啊，所以咧，咪而家比數係11-3啦喎，啊11-3噶啦，好，咪繼續比賽咪，我哋要做多後期，哎呀內網，內網啊，內網唔怕唔怕，亂啦亂啦，係啦亂啦，機會嚟啦，機會。快嘅，哎好啊，機會嚟啦！嗱，採用波啲快波咧，中間賴文咧，好有威脅嘅呢波啊！係啦，12-3，佢咧個波一撥身過咧，就好似救護車咁啊！嚟啦嚟啦，機會嚟啦！好，再嚟後托車先，係打得靚，冇得打得靚啊！呢個波打得靚啦，我哋輸俾人哋都冇得講啊！即係打得唔靚，輸波咧真係好唔抵嘅。楊思啊，快球！3-12，美國隊落後9分，夠球息喎
錯啊，唔錯啊，扣球先發球咗。哎呀，好嘢，好翻位添喎，好嘢啊！機會啦，機會啦，機會啦！打一個機會啦，係啦，因為點解咧？第一局波中國係未打到水準，同埋咧中第一局波咧美國有體力，係啊，年紀大咗啊，美國啲球員。12-3，阿嘉樂話呢個咧就攞分位睇下咪啦。哎呀，爭啲呢個咧暴爭少少啊！好，呢個時候換翻人，換人先。咁啊，由佢哋六號嘉年咧換替咧十號嘅斯國迪啊。咁啊，嘉年落嚟通常咧呢啲學到啊，望埋咧我落嚟開波噶啦。喂，頭先佢出嚟開波咧，中國隊連輸四分噶喎，邊個位啊？係啊，好，第一局嘅時候，閘住，閘住。嘿，學得靚。喂，你再講閘住啊！我想你閘住啊，唔好俾佢攞波真係。即係呢個球得靚，我都講得波得靚。但佢又走去呢邊開。4-12，係嘛？冇問題嘅。多變化啊！呢個球員。冇問題嘅，孫悦啊！哎呀，咁都攞到。呢個波彈得出去長區內啦，5-12，好換翻黃義落嚟，起佢波，黃義起係二線站，係休息啦，換任攞黃，最緊要過咗呢個位先啊，起到一傳過咗進攻啊，呢個二線執嚟㗎，唔怕一兩分冇問題啊，黃之你咁快夠，12-5，哎呀第一傳好嘢啊，第一傳好啊。一傳好咧，做咗個變化咧，先有兩個法去掩佢啊！係啦，呢時候換翻人啦，好，由5號換出呢個台球手啊！係啦，柯迪哥就換翻咧，就係換咧2號啊嘅山特蘭啦。柯迪哥一落嚟又開波，話喺真係開波咁有威脅，係唔係啊？哈，你都真係，係唔係啊？換出落嚟開又攞幾分，咁乜你換曬？係咪啊？好。12-5，有人都賴阿文啦，賴阿文發球，飄啊，好飄啊，死啦！起翻，起到啦，冇事，未死得，孫悦捉手，哎呀，拗細，個波唔夠長啊，唔夠高啊，打波底拗細，揸就係黃頭先起個波好靚啊，好靚，捕到個位，嚇，13-5，賴阿文繼續發球。飘啊飘飘，一定要飘飘啊！系飘系啦，一定要飘啊飘！唉，一定要飘，揾徐小峰嚟唱啊！真系赖阿文，好似听到你讲啊，吓唱得好听啊，张开嗰个特别飘，飘所以一定要飘啊，波飘啊，做翻佢，再嚟又飘又飘，哎呀，起得靓，起得靓，习惯咗冇办法，起得靓，冇得讲，系啊。5-14，美國隊嘅發球，哎呀，唔係咁好啊，試球。嗱，呢條動作咧有快攻上咧，其實都容許咁打嘅嘛。係啊，唔係好多時。即係嗰個有好難，即係而家嘅球例就話，即係你有意思嘅做一樣嘢，有稍稍嘅持球都唔會吹嘅。係啊，係咩？係個比賽啊嘛。係咯。可能呢個仲係落後緊啊，即係嗰啲嘅裁判水準技術啊，未過 update 啊。第一傳破壞咗，升翻起佢，封個球，起大啊！鴛鴦手啊，打隻手打咗一邊啊。同埋佢想射力，射咗道力上網，所以咧想升個靚波，反而咧就失咗。如果就咁樣等落去咧，就冇事嘅。冇問題，6-14啫嘛。好，呢頁有信心，靚波啊，有信心，後排攞啊，有信心最緊要。所以頭先朗平啦嚇，叫佢打一條直線啦嚇，有原因嘅嚇，喺條底線直啲嚇。14-6，何其得分位置嚟嘅，哎呀，第一傳好靚喎，第一傳好靚喎，呢個波咁開得咁好，第一傳都傳得咁靚，6-14。咁啊輸咧，應該美國隊呢個輸噶啦啩？應該美國隊咧就輸噶啦，呢個就苟延殘喘嘅啫。
呢個波打得好啊，輸過定。佢人高啊，冇辦法。7-14。特釘咧，黃之玲呢個波咧，佢有少少自我掩護啊嘛，上咗先，仰仰，跟住先再跳上去打。第一下摁嘅係假嘅，第二下先係禮真嘅。幫到啊！離網開咧，離網開一陣啊！7-14，咦？條命硬喎，仲未埋得單喎，嚇！7-14。他現在啱的，郎平叫他打直線呢，因為他的五號啊在前面啊，哥迪哥，哥迪哥前面呢，所以個波呢係哥迪哥比較矮啊，所以打他的位置去啱啊。哎呀，起翻，我要他托球啊，再嚟，哎靚，佢靚。佢扭手扭得好緊要，係啊！呢個波打得靚啊！個手腕啊，喺吸落去斜線嗰度，扭得好斜。7-14。阿全上兩網啊！係輸越打啦！輸越啊，好嘢！哇，輸越好似老虎仔咁破埋啊！係啊，佢打啲波咧比較平啲嘅，所以中間攔網度咧位置比較難拍落去。打波快啊，啱啲 rainbow 波去打。係啊。起到，起翻，再嚟，好嘢，仲有啊，仲有，未死啊！王子你唔敢打，哎呀，手软啊，唔敢打。你个队封一球，细细力放，起翻有啦，有啦，有啦，哎呀，仲起翻，有乜收成啊？细细力嘅啫，细细力嘅啫，有啊，升得灵，升得灵，哎呀，对方换咗位，收正翻嚟。好嘢，李炎，好用咗球波，穿越，埋单啦啩，仲未得，仲有机会，仲有，好，仲有，快嘅，哎呀，何其呢球波真系心急咗啊！其实佢呢个波应该比后快噶，唔系，佢可以咁做都得，点知咧就打落个网度，系啊，个波打落个门，但我觉得何其呢下咧，佢咁做咧，真系好似你话斋都可以。一個咧就有嘅呢個，但係過唔到啊，矮啊，冇得講啊，冇得講啊，嚇真係冇得講。拉阿文啊，好啊，哇，14-7，拉咗好耐咯，幾球啦，你一球我一球啊，係啦，拉阿文發球，拉得越來越好，嗱而家又拉阿文發球啦，飄啊飄，飄，唔飄啊呢個波唔飄啊呢個波唔飄啊，我哋睇到，呢個波唔到飄到。你頭先唔唱嘅，梗唔飄啦！唔係，因為佢時打起上嚟咧，個波咧打到佢中間，一路去咪有氣流先有得飄。佢可能佢個波唔夠中間，所以飄唔到。打得我，又你，人睇到你個路㗎啦，優啦！哎呀，呢個波後邊黃應該集喺後邊咧，準備起呢啲波㗎，太快手啦！8-14，咁啊呢個時間咧。成日都埋唔到口喎，好似個爛腳咁喎，成日都埋唔到口。咁呢個情況咩？郎平叫個暫停，咪用啲咩計仔攞翻攞翻。嗱，如果而家我哋真係聽到郎平講咩咧，睇下先，聽聽。加強保護，慢一啲。即係話咧，佢贏緊波，算得。同埋殺波嘅時候，啲人要保護，即係喺埋去咧踎低幫佢。香港叫 cover 係啦，係啦。不過頭先中國隊有一球咧，就啲球員保護咧好落力㗎啦，已經。不過彈後咗啫嘛個波。冇得講㗎，冇得講。好，8-14，第一傳唔錯。哎呀，咁都俾起翻四啦！好在。哎呀！呢個波，哎呀，吹錯啊！嗱，吹錯波，呢應該係打到手噶。一係就萬八拍，一係就吹錯波。唉，冤枉啊！揾包青天啊！呢次，唉，
10-14啦，冇暫停啦。一場波贏輸全靠嗰個球證啊，好慘啊！呢啲波真係，哎呀陰功啊真係，唉。我哋起好一傳啦，做好佢，先嚟打啦。起翻起翻，仲有打四輸完啦，打四輸完啦，冇俾吳明梅打嘅。歐西，冇出雞，哇！呢個獅子，獅子連打呢個彈弓旗，傻噶呢個，哎呀，冇啊，呢個係冇啊，哎呀，獅子連話捉手捉雞，又判錯啊，獅子連陰功，哎，陰功啊，嗱，睇下睇下，陰冇啊，邊度捉手啫，連吹兩球錯波啊，呢次唔關球證事喎，係嗰個獅子連曳啫喎，哎呀，呢個獅子連曳啫喎。大家影一影佢個樣啊，獅子連曳啫喎！而家比數係幾多啊？報一報先啊！咪14-11啊！係啦，唉，真係慘啊！呢下真係，好唔怕，仲有機會，罩死！哦，做翻好球啊！冇壞，有機會，有啦，你贏啦，有啦，15-11，唉。早應該贏了，如果不是那些施善員，不是那些裁判，你看看裁判的問題，你看看這個球李炎最後埋單，飛身都救不到了，好，中國隊以回15-11追回一局1-1，你看看李炎打球咬腰打得好，今局李炎打得挺好的，是啊，好有放膽打他啊，好了，那就是比數是局數1-1，那我先許去廣告先，回到来香港新衣館的現場，繼續為大家現場直播，就是中國對美國這場比賽，暫時局數是1-1，現在第三局來講，中國就以1-0的分數就領前的，經過剛才那局那麼精彩的比賽之後，暫時大家都可以即係個心情咧冇咁緊張先嚇，鬆一鬆先嚇，係，鬆一鬆。比賽仲係進行緊嘅嚇。咁啊，以頭先第二局嚟講咧，中國隊嘅扣殺成功率咧仲高過美國㗎，有22次咧直接得分，咁美國咧只係19次嘅啫。咁攔網中國亦都係好過美國㗎，中國有5次，而美國咧有3次㗎。咁啊，要睇下第三局嗰個比賽過程咧，就會唔會同第二局一樣啦？好啦，咁啊，見到殺波呢個10號嘅斯哥迪，救得靚啊，黃之玲。11號嘅孫悦，一個虛擊。放位，但是楊思上來補到，哎，這個球是冷網，沒人見網，哎呀，我才黃之玲起身的時候想說頂，中國頂過網的時候失了位啊，自己啊，沒辦法啊，好了，遠罰球0-2，斯葛迪上手飄罰球，好東西，上得好東西，孫悦沒人掩空他，哎呀，這個球自己誤會，咁啊，十號嘅斯葛迪咧，以為諗住用左手去鬧，咁啊，反而一樣咧就阻住自己個隊友韋斯沙扶嘅2-0。咦？大亞文開波好飄嘅喎，側身勾手橫飛球，哎呀，飄咗落網啦佢開波其實真係好飄嘅，係啊，特別佢最後個拳頭墊波嗰下咧，係有個手係拉過嚟啊，0-2。哎呀，叉燒好好味啊！咁啊，呢下叉燒咧，碧圖真係舐舐嘴啦，佢話好食啊咁，1-2。山德蘭托球手，個波冇乜飄忽性，一個背飛。伍永梅咧，真係喺今次嘅大獎賽咧，呢個背飛啊，攞咗好多分嘅。係啊，佢呢個背飛嘅時間咧，就掌握得好好啊，嗰啲位置咧比較闊啲添啊。孫悦開波。咦，反而佢開得幾好喎，係嘛？一出去我覺得開得好喎，因為佢個波係飄去對方個死角，因為嗰個角位好易出界嘅。佢係特登咧10號嘅球員咧，斯葛迪唔拎佢呢個波嘅，所以咧佢開個位置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有誤會嘅。所以我哋喺現場評述咧，有呢度好啦。佢個波未到嗰度咧，我哋已經睇到佢個波大概落點喺邊度。哇！呢個波打歐啊！好啦，比數咧就4-1咯喎。哇！呢段咧連攞2分啊！孫悦呢次咧開咩啦？開直線。3個波開位都唔同啊！1號、6號、5號咁開法，咦？孫悦救得好喎，李炎一個輕球，哎呀！斯葛迪嘅腳步砸死咗啊！我係輕放佢冇辦法啦。好啦，比數咧就5-1啦，好快啊！咁啊，一個技術暫停，我哋唞一唞，翻嚟再睇呢個第三局嘅比賽。
谢各位继续收睇女排大奖赛，中国对美国嘅赛事，而家咧就系第三局嘅赛事啦。咁啊，第一局咧就美国以15-11赢咗，第二局咧中国咧亦以同样比数15-11咧就攻翻1-1，而家第三局嘅赛事，着蓝色衫嘅中国队目前系以7-3咧系领前4分嘅。李艳嘅挥球，好飘，第一传好靓。快波自我掩護，哎呀，呢個波應該可能勾噶，唔係勾，但可能賴亞文鋒網已經掂到。哦，如果唔掂到，佢唔會繼續過去打個波。佢想都猶豫咗一下噶啦。美國隊攞翻發球權，3-7。楊思發球，好球。啊，呢個楊思發球有啲威脅啊！4-7，頂住佢啊！好壞，哎呀，好埋網啊！起翻快波，嘿，仲有起翻，升翻個賴亞文穿越，好嘢！嗱，打呢個位咧，啱啱就兩個人誤會啊！成日已經係第三次得分啦，記得。中間咧10號攔網咧係未拍進過去啊！跳嘅時候啱啱中間過，有條罅水俾佢睇下，你啱兩個人中間度啦，呢波幾靚啊！哎呀，冇啦，呢個快波俾呢個。10號嘅斯瓜迪打呢波打得好，4-7，哎呀，好嘢，仲有機會升翻，打一米，起翻明媚，孫悦斜線對方起翻，後排扣殺，攔咗過去，仲有機會。呢個波直線靚，打得靚。碧圖呢個波打得靚，簡直直線打得好靚。5-7，孫悦控手上，攞翻個發球權。7-5，而家輪到咧就係賴亞文嘅發球。而家第三局嘅賽事嚟噶。上一局一人贏一局，中國同美國第一傳唔係咁好，硬升起後排誤會機會啦，中國隊機會啦，孫悦直線好靚，一個人攔網咧，孫悦就冇問題噶啦。新特蘭咧已經好努力過嚟攔網，你聽嗱，新特蘭已經好努力攔埋攔網啊，但係有條罅幾大條罅喺個右手邊，兩條線都有得打。係啦，8-5，賴亞文繼續揮球。又要搶起跳，第一傳錯，封到，仲有修正球，後排扣殺，哎呀，攔一攔網啊，攔一攔網同埋攔咗個手邊啊，打到吳明梅嘅手邊啊，5-8，你個隊攞翻發球權，新特蘭，你個隊嘅星球手嚟嘅，哎呀，哎，過網過網啊！因為呢個波係叻仔啊！呢次係佢咁樣撳佢咧係啱噶。呢個波因為咧，佢仲我仲有機會升噶嘛，喺我嗰邊啊嘛，你過嚟撳我做乜嘢啫？係嘛？8-5，哎呀，冇啊，冇辦法，冇辦法。因為咧，何其個位矮啊，俾佢打嘅時候咧，佢又足以打到個手邊嚟。5-8，的確嘅發球。李艳升翻起，后排扣杀，起翻好啊！叉烧啊！哎，冇得讲啦，打得靓啊呢个波，打得好。叉烧打得靓，仲有一样嘢，打叉烧你一定要向后摁一摁。系啊，好多时啲球员准备拦网嘅时候应该褪出半步，准备咧有机会咧食叉烧噶。系啦，好嘢，吴明梅啊，打多啲呢啲波啊！啊，上上到网应该做多啲呢啲波。系啦，佢做呢啲波咧可以同。李艷咧就雙拍啊嘛，李艷最長嘅，我又揾一個人喺度，快嘅後邊我又揾一個拉開對方嘅防守嘛，唔係咁靚啫，第一傳，細細力放，有，後排穿越，好嘢，打得靚啊，好，黃子瑩醒目啊，見到啊李艷咧跌咗喺度咧，誒，識球波俾你啊穿越打啦嚇，唔能夠再俾李艷噶啦，起自身噶啦嘛，係嘛，好9-6，何其嘅快球。
側罪嘅呢個波，第一傳唔中，就係第一傳唔中。即係美國隊咧，如果俾佢去做好咗第一傳之後咧，咁佢哋嘅攻擊力，即係佢哋戰術變化咧都有好多噶。即係唔似話俄羅斯咁單調咯。六比九，東非曲隊出界。其實我而家發覺打緊波呢班球員可能知道啲裁判啊體位差有時有啲嘅情況係搏懵打嘅。係啊，係啊，真係噶，我睇到球都得。頭先啊，呢個波靚啊，即係我睇到噶。中國隊咧，你李賢本來係前排噶嘛，點知孫悦走咗上去打，頭先我睇唔到喎。哦，咁咪係啦，求其啦。背背西上放有咧，有啦，有啦。同一戰術啦嚇，頭先同打呢啲波咧，有好多時咧唔能夠話太大力計。啊，一嚟嗰啲兩個籃咁啊，細上力放。通常呢個波咧，企死位㗎啦。呢個時間又係嘉樂你所講嘅攞分啊！攞分㗎呢個李賢，哎呀，佢想開個好靚嘅波。係啦，搏一陣係大力咗搏一陣，六比九。楊思發球，楊思發球有威脅啊！頂住。唔識球，唔識發球噶。頂住，破壞第一傳啦！破壞第一傳啊！破壞第一傳啦！啊！呢個波啊，壁球打得靚啊，拉高手用個手腕打落去啊！冇辦法，係即刻換李炎，係揾翻黃宇落嚟，係起翻佢嚟啦！你再嚟啦，屌你打六千三嗰度！前掩後移添，掩開係快攻啊！先打落去啊！好嘢，九比七，黃子廉發球，第一傳唔錯啊！美國隊第一傳唔錯啊，係啊，傳唔錯咧，做個雙飛嘅戰術添啊！係咯，係啦，第一傳唔錯嘅，好七比九，靚，唔夠高，唔夠高，唔夠高啊，唔夠高。後排球封到長波，逼住又起翻，有啊有啊，哎呀！呢個前排後排嚟噶，呢個前排。所以我估計第日咧，真係要多一個裁判咧，睇下邊個係前排後排。係啊，真係㗎。有時你佢如果撞到呢啲阿蒙嘅蒙證嗰啲，咪要睇咯。係咯。佢啲球證真係有時睇唔到嘅，第一同第二裁判。有時咧，真係分工嘅時候咧。以前排球咧就話好多時就係睇中間線嘅啫，啊而家三米線好多時都要留意埋嘅。九比八，咦？美國隊又追近分啊！乃文飄飄飄飄飄破第一傳啦！後排球曬，哎呀，封到波但係出界咧，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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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比九，新特蘭嘅發球唔驚嘅，新特蘭發球唔驚嘅，係咯。死好好在吸埋翻出聲，出聲啊！死啦，冇得講啊！大波冇得講，九比九，哎呀，對方連追兩分啦喎！起好第一傳先，起好第一傳，起好第一傳，係冇啊，唔夠位啊，伸直手兜波。呢幾球波咧，何其一 set 波咧，冇乜信心啊！俾到啦。頭先有個波咧，已經話佢喺前面，佢向住有個波噶，應該出聲，佢去拎啊。嗱，你睇睇個波，嗱一去到已經升得唔好啊！得何其喺度點封網啫？係嘛？嗱，再睇睇另外一個度，係啊，五個位啊，個位五個位，五名咪放定個手，個波喺飆喺出邊，反而對方機會大，係嘛？打個波。啊，你们不要扑，这边加强防守，早点准备。啊，防一个球员抓机会了，不到位的球不要勉强给快攻。啊，尤其你那蹲那么低，你给快攻那都是无效快攻。啊，你早准备，大家把那个轮子顶过去。啊，抢分，现在五分，谁先拿十个机会？还有啊，别防守。咁同埋一样嘢咧，防守嘅时候先做好第一个防守先，防守第一样嘢啦，我哋而家做到嘅速度，即系话第一传要传到。好的，我的一条再来，每个两点三点。同埋咧就郎平叫个球员咧唔好话踎低咧去做快攻啊，因为踎低做快攻咧，你。
個距離長了實際是沒有用的，效用不大。但是時間配合更加難了添啊，所以勉強做的時候呢搏嘅啫，搏唔到就冇嘅。所以佢就話：真係唔好勉強做啦。哦，不經不覺又到十比九啦。哦，十比九啦。咁我哋見到咧，領先嘅咧就係呢個嚇美國隊嚇係一分嘅。頭先打呢個波嚇，特登打出手㗎，見到佢啊。咁啊，而家咧孫悦女開波，咁啊中國隊前排咧有呢個何琪啦，咁啊吳明梅打中間，李燕打四號位，山達蘭後排插上。自我掩護，哎，好叻！嗱，呢個波的確打得好。雖然孫悦咧食咗波餅，但係都要讚呢個美國隊。係啊，美國隊打呢個咧，你呢個戰術咧打咗幾次啊？兩個後飛嘅，一個短嘅後飛，一個長嘅後飛。係啦，嗱，慢動作見到啦，先嚟呢一個即係後飛短嘅，跟住一個後飛嘅二點五咧係真嘅。好嘢，拉得好闊咧。嗱，呢個戰術又唔同喎，中國隊咧拉到好闊個攻擊面啊。係啊，將佢中間攔網咧移開咗啊！睇下一個對一個嘅時候咧，打個機會咧大好多啦。比數係九比十，何其嘅發球。哎呀，壁球上得曳啊！下手收成呢度楊思，大射線出界。嗱呢邊嗰個施線員咧做得好喎，好清脆咧，即刻咧彈個波就出界啦，冇猶豫啊！有時個色好緊要啊！咧係出界啊，即刻遞高十啊支旗啊！咁比數咧就十比十，咁中國隊咧追成平手，局數又一比一，係第三局。哇，好勁啊！呢個波咁啊，講翻呢個十五號嘅楊思咧，佢嗰個臂骨咧做過手術嘅。咁啊，第二樣咧，佢本身就上前年嚟香港打嘅時候咧，係打正選嘅扣殺嘅位置嘅。依年啊，上手飄不球，上網靚好嘢啊！可惜打得太過直啊，又係楊思太前啦，虛擊。哎，有誤會啊！黃子玲同黃學琪咧搶波打。睇下點樣先，山達蘭望一望中國隊，跟住個後拖，哎呀，直線攔到中間，斯國迪捉手出界，但係呢下好清楚係捉手出界。咁啊，啲觀眾咧有時即係愛隊心切，係啊，嗱，依個終於個判決咧對中國隊不利咧就靴，咁呢下球證咧吹得啱嘅嚇，十一比十，哇，好直喎，好直啊，打多啲直線啊！咁啊，呢幾分嚟講咧，我哋見到李燕嗰個信心咧，喺第二局開始咧就起翻，正面勾手個波去得好速，快攻掩一個後邊嘅背飛，韋斯沙湖，孫悦追出去，好救到過網先。嗱，孫悦快啲翻位啊！係冇錯，翻到嚟啦！哇，勁啊！你見到呢個十五號嘅楊思咧，佢起跳動作啦嚇，直情佢可以起跳之前停一停。等你中國隊跳起啦，佢先作最後嘅起跳，嚟睇佢停一停，慢少少，同埋揮臂動作咧好大噶，坐起上嚟手咧，人咧升得特別高噶。又係李炎 ，OK， 俾翻李炎，六隻手攔喺度，匕首啊！哎呀，嗰邊嗰個球員出手出界，但係冇，我係真係冇出手出界，真係冇啦嚇。又係嗰邊嘅視線做錯咗啊！做錯咗啦，真係。呢次第一裁判就好堅決喎，佢即係 overrule 嗰個視線嘅錯誤判決喎。話乜今場波咁多呢啲問題啊！真係，嗰個哥哥仔都好似瞓緊覺咁喎。比數咧就十二比十，美國隊領前兩分。斯葛迪攔得好靚啊！賴亞文攔到，賴亞文追過去，四隻手。OK， 搏一搏腳先，後排進攻。哎呀，呢個波咧，黃子玲升唔夠力，反而俾孫悦打到後排進攻啊！本來佢想升俾李炎噶，點知唔夠力咧，俾孫悦打後排進攻。哎呀，真係峰回路轉啊！呢場波十比十二，李炎攞分位嚟㗎。哎呀，喂，印象中佢開失咗幾？係啊，幾球波啦佢。嚇！有時咧，佢想佢做好一樣嘢咧，佢越搏啊。係。好多時係加咗力落去，自己都唔知道啊。好啦，十二比十，美國隊領前兩分。OK， 喺五個位插上，呢個位好難插上㗎。山達蘭舉過去，仲可以升，仲可以升。賴亞文叫啲人行開曬，保位啦埋去。哎呀，好靚啊！六隻手落喺度，啱啱有條罅咧，俾孫悦打到過去。呢個波孫悦個點好高啊！啱啱嗰條罅啊，拍唔準，同埋佢出手快啊！個人升緊嘅時候咧，已經出手啦。十比十二，又係呢個重疊戰術。嗱，美國隊咧呢個戰術好靚㗎。即是雙錯位戰術，應該跳起一個後飛的時候咧，個球員已經係跳起咗啦，想移翻過去攔嘅時候咧已經慢咗啦。同埋特別佢兩個球員都去打背飛啊，咁啊變咗
攔網嗰個咧好難捉摸，哎呀上網曳啊！哎呀何其好彩咧，掹翻個波入嚟。山特蘭後排進攻，斯哥迪，哎打到個膊頭啊，捉手出界。咁啊呢個時候咧，由於就係13-15，中國隊落後三分啦，就要叫一個暫停啦。睇下今次落停又要有啲咩嘅指示先。平咧就話咧，第一咧，我哋自己唔好急啊！起第一傳嘅時候咧，唔好扼低個波去快，曾經升翻高少少，俾機會去做到個波。第二咧，攻對方二四號位嘅時候咧，唔好一兩個人一齊去跳，有前有後，分兩個去跳，衝嚟攔網。13-10，美國隊咧領前三分嘅。孫悦一個輕扣，哇！咁啊見到咧，楊思救援咧做個滾翻，哎呀，攔網捉手出界啊！14-10啦。美國隊攞多分咧，就可以領先局數2-1噶啦。美國隊呢個開波好穩陣啊！孫悦亦都係輕扣，不過打到而家咧，就覺得其中一個好大嘅關鍵啦。發球方面，美國隊好穩陣，但係中國隊咧，李艷已經個人開失咗2-3次，啲發球方面咧，亦都一個分別啦。啊，係啊，中國隊開波咧失咗4球啊！美國機只係一球咋，哎呀救起王儀第二傳，第三啊，哎呀呢個塔 Q 啊，吳明梅都算好彩啊呢個波啊，佢係啱啱咧搓到波皮嘅啫嚇，啱啱塔 Q 落去嘅，11-14，快攻點解後邊嘅後排進攻出界，出界呢個波，出界，啊球員都好緊張啊，呢波啊冇耍細手啊冇掂到冇掂到。美國女暫停。我看到現場咧，頭先出現兩次錯誤個球證啦，喺度好似祈禱啊，行來行去。我希望佢一陣間唔好再出錯啦，因為同時都係嗰個位啊，最關鍵嘅時間咧，打錯兩次旗號。嗱，講翻個比賽啦，12-14，聽下德拉斯教練又講咩先。暫時佢個聲音好細啊，聽德拉斯唔講啫喎。啊，第二教練講。啊，個比數咧嚇就係12-14，中國隊咧落後兩分。嗱，呢個時間啊，可唔可以咁嗱？何其喺前面換個高人落嚟攔網得唔得啊？即係中國隊換個高人出嚟攔網。係咯。但佢又冇咁做喎。睇下會唔會就喺何其嗰度咧，睇落去真係咯，打落何其同埋阿吳詠梅嗰個守位出界係咪啊？嗱，可唔可以我都換個定係兩個？如果個籃網啫嘛，我撳住一球波啫嘛，係咪？比數咧就係14-12啊！上網對飛，哎呀！呢下咧吸個碗咧落去，緊緊係落到長腳，好嘢啊！呢個波嗱，呢個時間亦都可以再換嘅。嗱，何其咧就喺二號位，再搏一搏腳啊！係啦。孫悦嗱，佢開波都好穩啊，收曬啲力度啊，山德蘭又係呢個重疊戰術，哎呢次救到啦，因為中國隊咧一前一後去跳去攔佢啊，李艷捉手攔起上手上網可以升起，過嚟呢邊兩個人攔佢，哎逼到佢打直線啊出界，何其醒目啊呢個波，佢有少少啊縮手啊嚇，啊呢次咧頭先犯咗兩次錯誤嗰個哥哥仔咧，呢支旗號打得好清晰喎，一指咧指呢個波去出界喎。好啦，算佢啦，將功贖罪啦，13-14，上唔到網，山特蘭點樣交叉進攻？哎呀，兩個人讓波，孫悦同埋黃子玲讓波，美國咧換咗個大隨手金娜出嚟啦。所以美國咧喺呢一度咧換人又唔錯啊，因為佢換嚟撳網㗎咋，係啊，攔網㗎嘛，佢唔係換嚟打㗎，你睇下嗱，14-13，一分波，撳唔到啊！他諗住撳阿李艷啊出嚟，佢預備撳李艷啊嘛。但係佢好咗何其呢個醒啦，舉過去背飛，明梅啊嘛。13-14，咁中國咧落一分，正面嘅勾手直線，哇！楊思上網好肉酸啊，俾翻呢個楊思入出界，出界，唉、哎！呢次咧。
兩個裁判一齊話出界，施善就即刻彈條話出界，心喺度噏噏住。我驚啊！我幾驚啊！我驚佢指我。幾驚啊！轉下股啊！真係。不過楊思話係捉手喎，不過應該冇嘅嚇。話有嘅啦，十四平手，大功。哇！好緊湊啊！呢場波。頭先都俾十四啊！嗱，呢個時候美國有換人，作用係咩咧？加連換開波。係啊，佢九兩個都係換開波㗎啦。咁講嗰句説話，加連出嚟開波咧，你記唔記得？我知。哎呀，所以我一換佢知道加連換出嚟開波。佢都係要話俾啲觀眾聽，佢好有威力㗎開波。落網啊！十四平手，我係一出啊！係啊，我做好。李賢捉手球，哎呀，仲俾佢攔到喎！攔到，呢邊金攔，攔到網㗎，呢下攔到網，好為例啊！修正過嚟呢邊。哎，再拿佬網上爭奪，哎呀，有人電網啊，吳詠梅啊，第二裁判吹唔到啊，大遮先，啊呢次一輪到十號師個迪電網又吹唔到啊，哇，捉手出界啲啊，呢個有啊，有。喂，我發覺第二裁判咧就夢遊喎，嚇，第二裁判巴林嗰個啊，哎，佢好多時咧喺埋網嘅時候電網咧佢都冇反應啊，個第二裁判啊，呢度咧，中嗱呢個唔啱啊嗱。中國揾個隊長同你講，你見個黃牌啱啱美國嗰條友出嚟，德拉斯出嚟嗌咁多都唔俾個黃牌，係咪大細超先？因為所以咧，隊長出去講咧係冇問題噶，係咪啊？隊長有權噶嘛？係啊，教練反而冇權喎，係咪啊？教練反而冇權嘅喎，呢個時間球隊長唯一一樣可以同球員講嘢噶，係隊長，冇錯啦。好啦，比數咧就係14-15啊。中國隊落後一分，咁啊打緊係丟時嘅嚇，一定要領前兩分先贏噶。哎呀，弊啦呢個波，咁啊好彩咧，李劍一一樣樣咧逼住佢咧放波。哎呀，歐分入嚟過網破旗，黃志玲波撲腳過嚟，李劍兩個人攔佢。哇，好高啊，斯哥迪！哇，成個手1.88米跳，好高。換得跟埋出嚟，一齊攔去啊！好啦，咁啊美國隊咧15-14啦，咁啊攞埋呢分嘅話咧就要贏第二局啦。金蘭佢開波好穩陣嘅。係嘛？你見到佢好穩陣，俾翻李賢，平輕一扣，過翻嚟穩陣過網嘅啫，冇乜力㗎，唉，冇力㗎。哎呀，係啦，點解會唔明佢讓波啊？同阿孫怡讓波啊？呢個波孫怡嘅事，個位係明梅嘅位，孫怡想走過去打，但又唔打。哎呀，呢個波唔明梅位嚟㗎。咁啊，結果咧就咁嘅情況之下，美國隊以16-14咧就贏咗第三局。咁啊，局數美國咧就領前緊。2-1嘅，唉，我哋休息翻呢個慢鏡啦，睇埋呢個慢鏡，嗱，睇呢個波，哎呀，呢個波其實冇乜威脅㗎嚇，孫悦埋去想打，但係咧就讓啊兩個人互相禮讓，個位係吳詠梅個位，應該係吳詠梅嘅，但係你一喐嘅時候咧冇反應啦，你唔喐咧我仲可以去啊，所以就唔出聲咯，如果你出聲我嘅你嘅咪得咯，好啦，再講一次個局數啊，美國係領前緊咧就係2-1嘅，咁啊廣告翻嚟咧再睇第四局嘅直播啊。各位咧又翻到嚟咧，欣賞呢一場精彩嘅賽事。而家咧就第四局啱啱啊開始咗，話俾大家一個好嘅消息。一開始中國咧有一個好嘅開始，贏咗2分先，2-0。好啦，呢個波咧由判佢咧過網擊球，3-0啦。希望咧中國隊咧喺呢個波裏邊一追翻嘅話咧，士氣更加好。有個好嘅開始啊！係啦，打第五局嘅時候咧就更加有士氣啦。黃子玲嘅揮球，第一傳錯，快波封到，再有，再撳。电网电网啊！呢个波电网个网好似打风咁啊！吓啲球证唔知做乜嘢。孙悦后作封晒，好啊！4-0，嗱真系阴功啊！今日好多电网，两个球证咧，唔知好似发紧梦咁样。个副裁判咧应该就留意个网同埋中间条线噶。佢忘记咗自己嘅职责，系好难讲。诶，靓，好啊，好醒目。但係咧，可以講得中國隊唔留意啊！呢個情況冇得再升啊！個波偏緊過嚟啊嘛！佢嘅動作咧係好似升波咁樣，但係咧個落手咧唔會轉博啊！0-4，唔錯第一傳。我企又嚟啦啊！阿張 Sir 有慣性喎，通常咧呢邊嘅 setter 咧做完一個虛攻咧，呢邊又有啊，又想做翻一個喎仲有一樣慣性咧，就話我俾個 spike 打唔到個。擊球手打唔到，我再攻球俾佢打到為止嘅。係啊，隊隊波都有啲咁嘅嘢嘅。修正球，開網球殺。好球啱啱遮住㗎，啊好球！
球證都冇判決啊，唔睇佢全面球證唔知啊，係睇呢個施善如啊、施善哥哥啊，零比四，第一傳作，好打落網，哇！明明呢個波打落網，一比四個波唔夠高，佢高啲咧，佢有得轉船先嚟睇咯。好嘢，好在王宇啊！好在王宇啊！呢個波扣翻收正球，仲有升翻起佢，搏腳穿越。哎呀，大力一掣咯，大力一掣咯，大力一掣咯，猜個波過嚟，大力一掣咯。佢唔係出去墊網喎。吹電話，吹電話啊！而家吹啦，吹咗雞線，吹雞線，有乜能搞搞裏邊有啲咩可以吹死你咧？佢話電網最好啦，唉啦，呢個球證都算搞笑啦，冇壞㗎，呢啲冇壞㗎，嗱，大家唔好話可以容許㗎，哎呀，嗱又會啊，出聲啦，一個難望死咯，一個難望死咯，呢波一定要出聲啊，如果唔出聲嘅時候，好多時就大家。一定是撞在一起的，個個都想拎波啊！你以為我以為你最慘讓波嘛？一比四，你個隊都乜快球權？九號嘅伊蓮娜，哇！呢波起得好靚嘅，有啦嘛！哎呀，撞到位喎，俾佢！哎呀，呢個波可能勾西嘅，呢個波可能會勾西，佢飛身過去斜線攞啊！二比四，歐冠人。區域梅入批，黃子力。區域梅防守好啲嘅，防守好啲啊，係啊！一嚟即刻俾佢喎，哈哈！上到啊嗱！哎呀，好嘢喎！我哋起到位真係打到位，唔夠位，踢個波過去咋？又硬啦硬啦打嘅就係呢個，輸個地啊！好多港人，我講人高啊佢啊！唉，拉高手已經很高了，好啦，三比四啦。崔明梅起啲波起得幾好嘅，有啦嘛。哎呀，又俾佢起到啊！崔明梅，係啊，飄出出邊，風度撳得靚，好球啊，撳得靚啊，係，好嘢，李炎撳咗波撳得靚，四比三。好，又換翻人啦！咦，好少我喎！呀，九號劉曉玲啊，劉曉玲係換出呢個明梅啊！明梅係啦，劉曉玲咧就你落嚟又鬆網咧，又利用鬆網。哎呀，佢打出明梅嘅手啊！呢個打得精啊！係啊，嚇打出明梅嘅手邊打出去啊，係蓄意打 touch out 嘅，三比四。李炎好嘅，李炎打出有信心就得噶啦，最好要唔好留手啊，唔好驚，唔好怯，四比三，劉曉玲發球，哎呀，第一傳好靚啊，好靚啊，好靚啊，阿仔出大出嚟，哇！呢個球證猛，我真係佢哋冇決定啊，冇反應啊，即係佢完全冇決定啊，望兩邊，即係先決定。終於啦，中國隊五比三領前緊，技術先暫停，我哋許許講過。我繼續咧翻嚟現場啊，為大家直播咧就中國咧係對美國呢一場嘅賽事啊。咁啊比數方面咧就係五比五啊。咁啊局數方面咧就美國呢個紅色衫咧就領前緊二比一嘅。咁啱啱飛身救波呢個咧十三號嘅壁圖啊，咁分都盡，咁但係都冇用啦，已經盡力噶啦。其實講翻美國咧，今日嘅比賽嚟講咧，就發揮嗰個水準咧都算唔錯嘅，戰術嘅變化就相當之多。哎呀，呢下咧就有運啦，美國隊塔挑打到波底，咁啊過到中國嘅長區啊落尾嘅。比數五比六喎，山德蘭正面嘅漂忽球，黃宇搶得幾好，快攻掩到。嗱呢個波咧係掩空到嘅。咁賴亞文咧就即係控制住對方九號嘅伊蓮娜，咁啊變成咧令到四號位咧就容易啲係殺波。咁有時我哋鏡頭見到，咦明明係兩個人一齊攔網嘅喎，其實原來一個咧就廢嘅，因為已經係打側咗個身咧跳啊。山德蘭仲係眼尾望一望中國隊先，崔永梅
哎呀，我先有波出界。呢個咧崔詠梅啦，山東嘅老將，話佢老啫喎，27歲啫。比數係5-6，企過嚟呢一邊開個大車先，俾到李艷一個背飛，劉曉玲。咁啊，劉曉玲咧就喺仙台嗰站咧打得唔錯㗎，換出嚟即係第一周嘅時候咧，佢就單腳起跳嘅。呢個波唔翻嘅時候唔夠高。開前排，哎呀，上網差啦，逼住咧俾翻個孫悦放後排，咦，步呢個步得好好喎，企喺條底線嗰度，試過迪。李艷救起，跟住打個側滾翻，俾翻呢個孫悦。哎，孫悦個波去得好速啊！突然間最後咧加咗暗力咧，係壓落去嘅。呢個眼尾手呢條線位咧，有一打嘅時候咧，佢加啲力落去啊！如果佢唔加力落去嘅話咧，呢個波就斯哥迪會起到嘅。就因為佢突然間加力，個波係加速啊！因為我哋咧就喺電視機睇咧，就好似個波速係好慢，現場就好快嘅。哎呀，扇一扇腳，好似黃兒浪起咗。好嘢，過嚟呢邊大隨手，係呢次掂啦！美國隊好嘢，九號嘅伊蓮又有足夠時間拍埋佢。係啊，呢球波佢係拍得好快啦，拍埋佢一齊，一二三跳起攔佢㗎。正如你所講咧，佢哋攔網之前咧，心中有個默契嘅，一二跳一齊嘅，一前一後咧變咗又集體攔網嘅作用冇咁大。6-6平手，佢擊個直線，過嚟呢一邊小平拉嗱，劉曉玲打得唔錯㗎，係咪啊？又攔到啦，攔到啦！所以我咧就睇咗呢個大獎賽，今年一路到而家咧，每一個星期都有做有睇。其實呢個九號嘅劉曉玲咧表現唔錯嘅，但係嚟到香港咧，阿邊個就好少用佢啊，落嚟。係啊，佢呢個球員咧其實好勤力㗎。頭先佢打完個波即刻過嚟咧攔翻個網㗎。楊思出界，出界㗎呢個波。啊！啲觀眾點唔知咧？你個判決咧係中國隊就得㗎啦。我唔係呢個波係出界。同埋係真嘅，呢個波係出界。正面的勾手，咦，这个波中意的喎，山德兰快攻，看到后面的 2.5。 美国队很喜欢在二号位做这些重叠的，是啊，因为这个作用很大的，因为一个跳起的时候十人跟着跳的嘛，一对一的时候机会大很多。刘晓玲拿回出来，这位好东西啊，黄怡，还有过来这边两个人四只手落在这里，被他打到过去，这个波他不拎呢個波歐啊！出界啊！歐西球啊！係啦，飛身勇救界外球，哎、就係呢一隻啦。不過有時因為個波速度太快啊，變咗啲球員咧，嗱你見佢，即係佢唔知道有冇人掂到個波啊，所以唯有又救咗佢先諗住。佢已經企喺界邊㗎啦。嚇、啊！呢、這個波佢坐腳步都打到啊！我都話啦，美國隊十號呢個斯格迪咧，即係佢因為係籃球同埋排球兩種嘅底啊，咁所以咧佢嗰個步伐咧就唔係純排球步伐，佢有時會錯腳嘅，但力好啊，所以補救得翻。但係快盤，哎呀，有好嘢，佢飛身如約啊，女仔好少用噶。頭先救波嘅就是老將韋斯沙盤，哎呀，太埋咯，哎，救翻出嚟。崔詠梅轉直線，哎，好嘢喎，崔詠梅咧今日第一次打到個咁靚嘅波喎。接應二傳，哎呀，太矮啊！全靠矮，全靠呢個波矮咗啊！如果高咗李艷珊咧，未必可以贏到。係咯。嗱，比數咧就7-6啊！而家咧就李艷開波，前排有崔詠梅喺二號位，賴亞文喺中間，孫悦咧就喺最左手邊嘅四號位。嗱，呢次開波冇失咯喎，喺度後托出界，好明顯啊！呢個波。落手咧太慢啊，變咗喺自己嘅膊頭右邊嗰度打，好辛苦啊打得。8-6，李艷穩穩陣陣啊，唉，山德蘭喺後邊又係斯哥迪，嗱呢個慣性嚟㗎，一球打唔到啦，就俾翻佢㗎。雖然你話黃怡呢個波咧起唔到，但係黃怡落咗嚟起咗好多波，嗯，尤其是第一傳啊，成啊，黃怡起好多波今日，即係佢發揮到呢個自由防守球員嗰個作用。大窩式啊！啱啱第一黃怡咧上呢下網咧就失誤咗嘅，爭半步位唔夠，急得就係個波。嗱，而家中國隊咧好尷尬嘅呢個位，因為何其咧喺5號位啊，對斜咧插上嚟呢個角球位置嘅，最難就係呢個咁樣嘅插上。湯土，湯土啊！又試想用腳踢高波去啊，不過踢高波都得㗎嚇，而家球例，球例係可以容許咧你係固然嘅腳去踢波。較早前的沙灘排球賽啊，巴西隊啊，直情用腳有一球救波兼升埋殺到攞分添啊！哎呀，轉翻球啊，
7-8。美國隊咧，山特蘭準備開波。咁啊，前排咧都幾強嘅喎，有呢個三號嘅韋斯沙夫，咁啊二個二號位，咁啊攔呢個孫悦南，咁啊加埋九號嘅伊蓮娜，哎呀，又係避啊！喂，呢下波如果15號嘅楊思唔夠的話咧，會唔會出界咧？都有呢個可能喎。有機會㗎，但係佢出咗手，佢又唔去啊。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見到就郎平將五號嘅吳明梅咧，就係入替翻呢個劉曉玲啊，喺中間咧做攔網啊，追埋去打。好位好，做唔做到戰術？做唔到。韋斯沙夫，韋斯沙夫係過渡性打呢個四號位嘅啫。嗱，又救到，撳住佢，中國隊唔好俾佢換位啊！幾大逼住佢要韋斯沙夫打呢邊啊？多手啊！呢球波啊，9-7啊嘛。嗱，呢個時候美國隊嘅四號位咧就係3號嘅韋斯沙夫，咁佢就唔係咁勁嘅強攻，所以中國隊一定要趁呢個咧係攞分位，撳住對方，唔好俾佢換翻個正常位置。同埋留意一個快攻啊，嚇啊！留意一個快攻好單啊，佢呢個四號位俾人撳死，實力俾波去中間位㗎啦，係咪啊？咁而家美國咧啱啱過咗佢最即係比較弱嘅一個位度喎，好啦，開波嗰啲係逼圖啊！可能開大射線，冇錯啦，追住孫悦離開啊！俾翻孫悦，落手腕好重啊！哎呀，打唔到個波就打到張網，就係呢個伊蓮娜，就是、美國隊嘅9號，因為佢打個波嘅時候打到空氣啊，變咗咧隻手拉落嚟嘅時候掂到咗網，9-7，中國咧領前2分。哎呀，有啦，係咪啊？所以我話咧，美國隊如果你俾個15號嘅楊思翻翻去4號位嘅話咧，成個戰術變化就大好多。所以有一樣嘢，琴日嗰場波點解唔揾楊思打，揾啲金娜打？捉到手，落到長區，美國隊攞分，8-9啊！呢幾分咧，中國隊比較亂啊！好多時咧，大家中間啲波咧冇默契去拎啊！好，落手快。嗱，呢下波咧，吳明梅咧係早過個波起跳嘅。要打平啦！呢啲波咧，一定要喺上邊等住個波，等住嚇個波擠過嚟打噶啦。9-8，何其！哎呀，呢下橫飛球咧，起得好快，救到可以升5-5波。崔明梅嚟噶，成功。佢左手啊嘛，好上手打啊呢個二傳攻擊。咁啊，比數係10-8啦喎。嗱，睇翻慢動作呢個動作啊嗱。咁啊，啱啱殺嗱呢一度，崔明梅以為佢升，點知佢第一時間咧就係二段進攻咧係殺落去啊。反擊有機會的話，不要讓每個人有機會唔好讓，每個人都要講嘢。把機會抓住啊！你要打得要清楚啲，打得清脆啲。大家聽到沒有？要精力要集中。系啦，呢波應該打就應該打啦，唔好猶豫啊！咁啊，而家比數咧就係10-8，咁啊中國隊咧領前2分嘅，咁啊局數雖然落後一局，咁但係咧就而家分數係領先緊，咁希望咧就憑住啊現場觀眾嘅打氣，咁啊仲有中國隊咧打翻出個士氣，唔好猶豫啊，捉住啲機會可以追翻一局添噶，甚至贏埋呢場比賽。好啦，咁啊暫停完畢啦，繼續比賽。中國隊嘅發球何其10-8，側跳斜角破壞第一傳，隔硬收勁，封到有啊，有機會啊！崔明梅搏一搏去，李艷喺對方又起翻高波，哇！咁都打到，咁都打到，係啊，咁你都打到，好難打啦，難度高啦，咁你都打到11-8。好啦，呢個時間金娜換翻楊思喎。金娜換楊思喎，誒點解咁咧？誒何其繼續發球，唔好理佢先。快波，起翻，孫悦後排救曬，有啦，一打落張網就有啦，12-8，誒繼續努力。
喺暫停，係啦，美國叫暫停。嗱呢個時間咧，中國勢好啊！嗱，美國叫到暫停叫得好好噶，再輸多分先叫暫停咧就冇啦，大勢已去啦，大勢已去噶啦。嗱咁亦都喺呢度交代翻咧，就兩隊雖然唔係爭住呢一站嘅冠軍啊，非常快過。前面走始终还没敢打啊，要耐心。有耐性我听到了吧？好少啫，好少。我哋快攻系要掌握机会去快攻，啊有耐性一啲，唔好求其将个波俾啲弧度升起佢。嗱，头先未交代翻个奖金吓，如果攞到亚军嘅话咧，分站咧有35,000美金嘅奖金。如果第三名咧得24,000嘅，呢个唔系问题，最紧要攞贵先。好，唔好理佢，12-8。又第一傳傳得幾靚喎，高波金娜中咗冇用啦，冇落碗罩佢落去啊，係俾佢打到個手啊，8-12，金娜反而話金娜咧，我就有信心啲嘅，真係唔係咁好喎，第一傳靚，李炎起翻後邊出界，哎呀！呢個波可能會出界嘅，呢個波機會啊，嚇有機會出界噶。9-12，哎呀，死啦！10-12第一傳，呢樣你都換翻王怡出嚟啊！睇一睇呢個位置，王怡係啦，係啦，嚟啦嚟啦嚟啦，係嚟啦嚟！哎呀，咁起到，死啦死啦死啦！係起翻王怡，哎呀，爭少少，死啦死啦死啦！11-12，英國中國隊叫暫停啦啩？係啦，10-12已經叫，10-12嗰陣時我已經嗌出嚟。應該起翻啲球先啊！哎呀，俾對方嘅勢又好咗啲噶啦。因為呢個換人咧，慢次數啊嘛。慢，你先要給他保護，跑出也可以給他打短截，你不要光往後跑啊！其他人保護啊，慢一點啊，大家要果斷啊！什么叫自信啊？你想找大型的，我得一分钟。今日好似呢场波咧，中国队个朱允颖都未出嚟打过，一叉都未打过。托球手啊，系啊，其实呢个球托球手得几好啊。即系我哋三个都好欣赏嘅呢个，王怡第一传唔错，唔错。李怡有啦，唉，慢慢嚟啦，唔使急啊，唔好同佢急啊，唔好同佢急啊，俾对方追咗三分啊。八啊嘛，系啊，12-8啊嘛，五名冇一批球，少少飘，哎，靓啊靓啊靓啊靓，冇用啊，佢做唔到出嚟噶啦，有嚟啊嘛，哎呀，仲有冇嘢喎，咁混嘅，有，哎呀，仲俾佢攞到，好嘢，哇，唔多，冇得讲，对方银啊冇得讲啊，呢个波抵输。系咪？頭先我諗住阿崔永梅嗰球咧有嘅，即係後邊熱啲，交叉熱啲，交叉嘅，啱啱打中個身嗰度，冇辦法。同埋美國隊實際又打得好，嗰個波救得好靚。11-12，今晚發球。啊，封冇封得幾好添，你唔到位，唔到位，機會，陰人。力量唔夠啊，力水唔夠啊，陰人。呢條波係大意啊，佢鬥佢咧都好過啊。佢想下手放前排，放前排陰佢。佢兵行險弱，佢想咧就落去。係啊。好啦，呢個時候換啲人啊，潘文你落嚟啦，係換翻阿李炎，乜落嚟啊？打後排啊，潘文你防守啦，你睇下身添啦，仲要打。哎呀！驚啊！你驚天網啊？係啊。攻守。係好啊。攻守。13-11，有時啲波要搏一搏噶啦。頭先我見到潘文利嘅波，你現場睇係好貼網過㗎。係啊，哇，心都嚟埋啊，真係。貼網得啦，13-11，嚟多球咧，林莊。哎呀，第一傳好靚，第一傳好靚。喺度，喺度，打啦！哎，有啊，崔明梅兩次啦。佢呢個動作咧上去咧，好明顯佢想打㗎啦，一左手順手㗎。佢又想話對方以為佢升啊，佢硬唔係啊。好似升波咁樣，跟住先打。11-11，攞多分。潘文玲真係咁好，副長，封埋佢。係，點啊？15-11，啊，要打第五局啊，血勝局，比數2-2。
第一個美國以十比十一贏咗，第二個中國十比十一贏追分，第三咧十六比十四，而家咧十比十一，局數二比二要打決勝局。我哋而家先許去廣告先。咁啊，繼續為大家現場直播咧，中國對呢個美國嘅賽事第五局係啱啱開始嘅。嗱，第五局咧係採用直接得分嘅方法嘅。咁贏波嗰隊咧就攞一分，咁啊亦都呢個跟住要開波嘅嚇。咁啊，成績相對嚟講咧，要解釋翻啦。開波嗰隊咧係唔著數嘅，因為對方係會進攻啊。比數係零比零，集到咁啊過嚟呢一邊。崔穎梅咧一個後托，哎呀個波係掂到標誌杆為例啊！太開啦，識得啦嚇。比數咧就一比零啊。美國咧就領前一分，咁開波咧四號金拿，金拿網球式開得好平好飄，破壞一傳，孫悦過嚟，四隻手浪喺度，嘿，突得好靚啊！金拿都飛身救得好，碧圖俾翻呢個伊蓮娜打後排進攻，做唔做到戰術？咦，中國都做唔到戰術喎，連續三次都係由崔穎梅去升喎，係啊，連續兩球波都把握唔到機會啊，破棋上唔到位喎，二比零。佢開波好正啊！我開俾崔穎梅，透過長嘅開咗，輕輕扣落去，山特蘭快波救到，再嚟俾個快波，快盤好球！呢波應該做多啲快啊，上多位嘅應該有打就做快。可能問題頭先中國隊有兩次上網咧，嗰、那個來回咧都係慢咗啦，速度同埋上網又唔係咁好啦。一比二，崔穎梅唔用扣球即開波啦，網球即，哎呀！呢、這個動作好明顯啊！已經是二段進攻呃過嚟嘅，咁啊，但係阿文就冇動作啊，佢難啊。轉白球，比數係三比一。哎呀，好球，好球四比一。崔穎梅個企位好前啊，咁啊變咗佢唔知呢個波咧就係會係好球，跟住出界入好前。四比一呢個分數就遠咗啲喎。如果咁耐危險啊，一陣一分嚟講，對方都爬到樓梯頂啦。我好不要太渣啦。你的调解，你没有钱，你不调不好，给他处理好。高考不要玩命打，好就该怎么打怎么打，不要紧啊。夹硬打，玩命打就是夹硬打，啊，唔好夹硬打，应该要顺其自然去打，就唔好特别去刻意去做一啲个特殊嘅方法出嚟打。比数咧就系四比一，个美国咧就领前三分。好啦，我哋见到美国嗰边咧，哇，士气高涨啊！啊！你有德拉斯教練咁啊，直情咧用個手咧拎住嗰個頭，佢話：咦，打好啲啊！呢啲小動作嚟㗎，顯示即佢心裏邊咧好緊張啊！快波掩到個牆嘅，哎呀，碧圖救起咗啊！再嚟俾碧圖大隨手嚟㗎，難到俾佢救翻起，有運啊！啱啱打落佢個位置嗰度，再嚟俾碧圖啦！哎呀，難忘出界啊！五比一啊！係啦，喺到五比一嘅時候咧，真係啊，好難打㗎啦嚇，一定要做翻好，接翻好一傳先得。直線上網唔錯，但係可惜做唔到快攻啊！哎，好球，好球啊！二比五，咁啊，要追嘅話咧，係要喺定嘅開局嘅時候追㗎啦。你去到中段距離三分咧，就根本好難追啊！而家仲有啲機會。金拿上網，山特蘭快波有啊，靚啊靚啊！呢個波咧嗱，其實咧中國隊攔網咧係錯誤嘅，山特蘭係升波，佢走去攔佢，冇辦法啦，因為佢前排手咧，佢驚佢係意見中的啊，但佢跳得咁矮啊，係咪先？六比二，李炎上網唔錯，一個背飛，哎呀，我哋見到阿崔穎梅都踩住嗰條邊線先至決定唔攞個波啊，好正！比數咧就係三比六。中國落後三分，是第五局的直接得分局。孫悦呢個波都幾聚下噶，好隨手啊！二比五難到金拿保位靚，再嚟俾佢下手修正過嚟，韋斯沙夫救得好。哎呀，但係起身慢啊，得你驗一個殺波飛身。哎呀，我諗住吳穎梅已經起身慢噶啦，我點知道咧？好在你驗咧殺到落去，四比六。孫悦頭先個波都幾聚啊！直線，哎呀，呢個波啊，好容易出界，出界，出界，出界喎，五比六啊嘛，係啊，追到啊，二比六追到五比六，連追三分喎，所以有時排球好難估計啊，輸得四分你都追唔到三分啫，正面上手飄忽球，
上網位置麻麻地，追過嚟打二點，救起賴亞文嘅左手救起嘅李健大車先，追到落去飛身，好嘢！美國隊嚟都要讚一讚佢噶啦，哎呀冇啦，出去回踩呢個波，後邊應該有人出聲去拎波先啱嘅，唔係，我唔見冇打吹回。賴亞文出聲，係啊，一定要出聲。我嘅崔媛媛就唔攞，因為佢冇後眼啊，佢趁低後門邊後面有個人啊嘛。呢個波唔應該留。賴亞文出聲，比數咧就7-5啦。快攻掩一個長波，哎呀，呢個波打到死米。嗱，呢個唔係負碌噶。李炎跳起之後咧，我見到佢個眼係望住對方嘅直線位嘅，斜斜眼望住，然之後打落去嘅。比數係6-7。我哋開波啦，橫飛球，山德蘭。俾個小平拉，哎呀，又係讓波啊！賴亞文同阿孫悦唔好有意見，唔好鬧啊！好啦，比數係8-6咯喎，咁啊雙方要交換場地啦。咁啊而家咧美國咧就係領前2分嘅，乜2分咧並唔係中國隊冇機會嘅，啱啱咧領前4-5分咧我哋就驚啲，2分咧分分鐘對方個出錯咧2分都唔吹嘅，尤其是呢直接得分嚟講咧就好容易嘅。嗱，仲有一樣嘢，對方交換場地咧，仲要企翻你原來未交換場地嘅位置喎，即係唔係從頭再嚟過嘅喎，個位置嘅企位。好啦，美國隊個發球，伊蓮娜發球，哇！現場觀眾啊，美國隊開波啦！咩啊？咦，個人睇嗰個第二球整喺度暗，唔係暗錢喎，暗翻嗰啲個出場紙去對啊！呢啲一早已經準備了。唉。不要講了真係唔係我哋爬得太多，離網遠扣失，哎呀好靚啊！但對方係打唔到喎，金南驚喎，快西西力舉有，慢慢放，西西力輕輕放啊！呢一波好醒目啊，明梅啊，高高跳起，似大力打，細細放下，咁就得翻，好7-8，破壞第一傳，封到。哎呀，高啊，冇得講啊！嚇，喺網頂都可以打。冇辦法啦，網頂高度夠啊，優勢啊，好啲啊，9-7。有機會㗎，有機會。劍手，捉手，捉手，好球添啊！呢個波應該 in 啊！有慢鏡睇好似好球嚟㗎。冤枉啊！冤枉真係捉手，就算唔喐都捉手啊！哎呀，看看落幾啊？你第一有冇捉手先？冇，好似喎。哎呀，真係可惜啊！哎呀，歐雙計，亂咗中國隊亂。好嘢，打得好啊！10-8，又換翻黃之玲出嚟啦！係。潘文利，啊，福章出嚟啊！潘文玲上一次就開波嘛，出嚟即刻開波，攞三分啫嘛，一出嚟攞三分。係咯，攞三分啫嘛，咁而家攞三分之後咪11-10咯。唉，好容易計啊呢啲數。係啊，希望係咁啊。係，好潘文玲睇下先。哎呀，呢個開失波就慘啦，因為直接輸咗分嘅。有好難講啊！你一路都冇熱身開，你突然間放佢落去咁樣係嘛？8-11，哎呀，靚啊！馬後炮打得好靚啊！前掩後移添，馬後炮呢個波好靚，9-11，兩分啫，有個球網得㗎啦，兩分啫，冚咗一球。離網開網啊！離網開咧就係嚇，離網開就俾佢打得湯度。好，呢個時間換人換出嚟開波嘅又係嘉年啊，換出嚟開波嘅。佢好中意開呢個大斜線，12-9，企喺左手邊嗰度。呢時開直開直線啊！開始開直線啦，佢企個位度望個身啊。朱月有好10-12。要追翻，要一分就。係啊，呢一分一定要攞啊！中國隊一定要攞，一定要攞，攞唔到咧就麻煩啦。攞唔到係啊！一定要攞啊！呢一分。好，飄啲。咁啊，攞佢啦！咁就我話第一拳麥飛過。起到。起翻，做翻修正。起翻佢。打算冇身。哎呀，咁都救到俾佢。好啦。好啊，起翻，好嘢。仲有，孫悦㗎啦，唔使問啦。
有啦，哎呀，哎呀，就起真係好嘢咯，金娜。打落先，哎，好波，好波，十一十二，十一十二，十一十二，係啦。唉，幾驚！唉，輪到美國隊對啊，叫暫停啦嚇。要啦，如果而家中國隊士氣好啊，個勢咧上緊嚟嘅勢啊，唔叫唔得啊！嗱，而家雙方咧就用咗一次暫停啦，即係話大家仲有一次叫暫停嘅機會。係啦。咁所以咧發展落去嗰個比賽咧，幾時嗌暫停咧好緊要啊！十五萬啊，男十三號慢叫，就是要突然想一下，不慌不慌啊，上馬要快啊，要求我加油啊！叫佢哋咧。封網嘅時候咧，唔好急，慢啲跳，慢慢慢慢慢啲跳。因為而家美國隊嗰個落手咧就係慢咗，可能打到第五局咧，應該人咧嗰個爆炸力冇咁強。有時你要等一等就慢咗落手，所以你要慢啲跳難嘅。係。嗱，頭先我明要同佢講封網咧緊要啦，啊，啱啱開過去嘅時候咧，封網做唔好咧，好緊要啊。好難講，呢個波真係要睇睇慢動作，真係唔敢講，我唔敢講，因為我都唔敢講，睇睇，好，好，十三十一。出界，哎呀，你驗醒夢啊！要啊，我提一提佢啫嚇。所以打波咪出聲好啲咯，係嘛？十二十三，超越攞呢分。攞啲出咩？呀，好似靚啊，好靚啊！我都話佢好靚啊！佢上到網咧，佢打到呢啲波咧，即係呢啲波咧，仲有一樣嘢咧，中國隊個開波咧要多變化少少，係啊，單調少少，多單調咗啦，十四十二，冇問題，仲有嘅，仲有機會，哎呀，冇啦，夠到，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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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十二。美國隊雖然贏咗中國隊，攞咗第二，中國隊攞第三，但係美國隊唔使高興，你一樣冇機會去上海打總決賽㗎。因為喺計算呢個分數方面咧，就總成績咧，美國隊咧就應該係排第五㗎，因為佢哋得失局咧就輸咗俾俄羅斯㗎。係啊，咁就算佢排第四都冇用㗎，佢排第四啊，中國實有㗎嘛，係嘛？係啊。咁咪即係佢咪即係又係冇，係嘛？不過講無可否認咧，就美國隊今日咧打得係好啊！咁啊，至於我哋咧加落去行咗落去啦，可能有啲訪問啊、剩啊咁樣。咁我哋先去一去廣告先，我哋翻嚟咧仲有頒獎㗎嚇。咁啊，先去廣告先。翻到嚟現場咧，咁喺我身邊嘅咧就係美國隊嘅教練咧，就係德拉斯博士啊。咁啊，原本頭先咧，我想同中國隊嘅教練郎平同埋啲球員咧做訪問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咧就可能輸咗波啊，咁啊心情唔係幾好，咁就入曬去更衣室。咁但係咧，我哋都想同德拉斯博士傾下偈咧。就今日美國隊咧，佢究竟覺得個表現係點嘅？Do you have any comment on your team? I thought our team played well today. We fought hard the whole Grand Prix. I think that we were just that one match away from getting to the finals, and well, I wish we were there because I think we can beat all those teams, and we have. We've beaten Brazil, we've beaten China, we've beaten Russia. The only team we lost to was Cuba in this Grand Prix.咁啊，阿德拉斯博士咧覺得今次咧，雖佢又輸咗整個賽事，唔能夠去上海打總決賽，衛冕冠軍啊！但佢認為美國隊咧今次嘅表現係好出色，因為佢贏過中國、贏過巴西、贏過俄羅斯，咁只係輸過咧俾古巴嘅。Then, do you have any plan for the future of the USA team? Well, this is my last tournament. I have coached for 12 years. This is the end for me. Yeah. I think some of our players are retiring also. So this will be a new team in the next year,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剛才我問他美國隊就將來有什麼計劃，原來德拉斯博士已經執教了美國隊，我們提過有12年了，他就要退出了，就不再是教球。另外美國隊陣中很多名球員都會陸續退出，即是在明年來說，美國隊將會以全新的面貌跟這個觀眾見面，我們希望美國隊將來是表現更加好。最後我想問一下德拉斯博士，對於而家女子排球壇和中國隊來說，他有什麼評語的？Do you have any comment on China team in the future? I think the China team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last year. They played very well in the Olympics.
I thought the match that we played against him in the Olympics was critical for us that we lost, and I think they have a good future. They have good young players, and Lan Ping has done a very good job with them. 咁咧就阿德拉斯博士咧高度咧讚揚呢個中國隊啊，特別喺今年嘅奧運咧，中國隊攞到銀牌啦，同埋佢覺得中國隊咧就係進步得好快嘅球隊嘅，咁亦都佢係讚揚郎平咧做呢個教練嘅工作咧係好稱職噶。好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多謝阿德拉斯博士嘅接受我哋訪問啊，咁將個時間咧交翻俾咧就係武興噶嚇。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好啊，唔該啊，嘉樂。咁而家我哋睇到現場咧，見到咧就係頒獎台咧已經係搭起咗啦。 咁啊，我相信咧陣間咧不久咧就有個四隊嘅球參賽嘅隊伍咧都會陸續咧就出場。咁今年我講講咧就係冠軍10，第二個難忘咧就美國隊1個，中國隊5，A 市波美國1個，咁啊失誤咧就中國3個，美國1個。所以個比分咧都好接近嘅，其實啊，喺一球啊難忘同埋一個 A 市波啊，咁就好啦。咁啊頒獎嘅情況咧，大家見到啦。 今次咧就荷蘭隊咁嚟到香港打呢個賽事咧，可以講係一場好嘅一場啦。係啊係啊，咁啊特別佢哋嘅球員咧12號嘅呢個利花蜜旗咧，俾香港觀眾留下一個好好嘅印象，好受歡迎添啊！大家都好留意佢啦，嗱雖然啊中國隊輸波，但啲觀眾仍然咁湧場捧場啊！第一樣咧係咁，第三名係中國隊啊，你喺啲觀賽場咧，觀眾第二名咧就係呢個美國隊啦。 美國隊頭先咧，佢嘅教練都講過啦，明年將會係大換血啊！教練自己又會退休啦，咁另外好多球員咧都係會退休嘅。冠軍啦，俄羅斯啦，不過俄羅斯無可否認啊，喺呢一站打得好啊，尤其是琴晚咧對中國嘅場波咧打得真係超水準出嚟，中國隊輸亦無話可説。當然啦，中國隊自己係打得比較咧就係失水準一啲，但係咧對方亦都係打得係特別好嘅。 咁啊，到而家為止咧，我哋嘅轉播節目當中咧，就大家都未睇過，就係一支球隊就係古巴嗰個表演啊。咁亦都可以喺呢度透露下咧，古巴其實亦都進行咗大換血㗎。咁啊，包括咧佢嘅教練咧就已經係宣布辭職㗎啦。咁啊，由呢個助教啊頂上㗎。咁啊，另外喺球員方面咧，彈弓人路易斯咧，同埋呢個中間15號嘅加芬努力都係退出咗。咁有兩個新人咧補上咧，表現係相當出色㗎。一個咧就1號嘅雷斯啊，另外就11號嘅托球手咧安加里奧嘅。 咁所以咧就古巴嗰個表現咧，大家亦都要留意啊！哦，咁我以為佢因為換咗呢兩個人之後咧，就會大換血，會中間嘅水準會低落啦。打得好好啊！打得好添。喺佢比賽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好多機會咧，換出嚟咧去試下陣嘅，佢都啊。嗱，而家咧就係介紹咧到會嘅嘉賓啦，就新華社嘅副社長張俊生先生。 咁啊，賽會會長咧就洪祖航博士啦。咁啊，張俊生先生，大家真係洪咗洪博士啦。咁就而家嚟呢個咧就係排聯會嘅會長鄧健國先生。咁啊，至於隔離呢一位咧就係日本嘅排球名人啦嚇，係啦，係越神朗先生嘅。咁佢咧可以講得話咧，終身咧致力於咧就發展排。